可以，可以。不劳文会出席委员十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啊。请议事人先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3月6日星期一上午9:01至下午16:00，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3人，列席委员吴志扬等28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6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领事事务局局长陈华玉、亚太司司长陈文仪、亚东关系协会秘书长蔡明耀、亚非司司长陈俊贤、北美司司长薛美瑜、国组司司长徐佩勇、国经司司长李新颖、调法司司长丁乐群、礼宾处副处长陈家燕、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处执行长周玲及国合会秘书长施文斌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陈明文及林俊宪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以上宣读。好，谢谢。我们请问各位委员，我们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了。然后，请议事人宣读今天的议程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委员跟长官啊，我们在场有李孙林、李委员，林长佐林委员啊。那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政务副委员长田秋瑾，主任秘书张良敏，综合规划处处长荣佑儿，侨民处处长郭大文，侨教处代理处长刘虽珍，侨商处副处长赖丽颖，侨生处处长庄琼芝，秘书室主任林卫德，人事室主任张芳琪，政风室主任张宗耀，主计室主任陈瑞美，资讯室主任白中光，法规会专门委员徐佑林，华侨通讯社社长陈义方，财团法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董事长林宝席，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明颖。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出席的侨委会长官了。接下来我们请侨委会委员长就侨委会的业务概况做口头报告。主席江委员，还有我们吕委员，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立法院的这个同仁，以及我们侨委会本会的同仁，大家早安。我想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在针对我们第九届第三会期的开议，我们就这一个侨委会的业务来做一个工作报告。那么今天刚好也是国际妇女节，那么首先向各位女性的同仁啊，我们委员啊，祝贺妇女节快乐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各位委员先进能够给我们侨委会的工作啊更多的支持和指教，那么也谢谢大家。那我想自从去年520啊这一个以来，我想我们侨委会啊所有的同仁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啊，努力啊，来希望让我们
海外整个侨社啊更稳定，大家更团结的支持政府。那么今年一月，那么本人也追随蔡总统啊英杰专案啊前往这一个友邦国家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萨瓦多，还有这一个美国的休斯顿旧金山啊，那么过境啊访问。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总统在中南美洲四个国家过境这个访问的时候，那么有很多我们的这个侨胞朋友啊，从周边的国家啊来这一个参与，那么总共六场侨宴啊，不分蓝绿啊，大概有将近2700多位侨胞出席啊，我们觉得这一个气氛非常的热络。啊，我愿意在这个机会向我们全球的侨胞表达10000000的谢意。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个自从5/20之后，那么海外的侨情也非常的错综复杂。那么，自从这一个新政府上任之后，那么中国大陆对于海外侨界的侨团的统战，那么就非常的积极。那么，不断透过它的外围组织和统会、统促会啊。那么这样的组织全世界大概有200多个啊，那么在组织当地的这个这个左派的侨团啊，那么抨击我们新政府的施政，而且在我们侨社进行分化的作为啊，那么也企图拉拢啊诱导那由我的侨团领袖还有侨务荣誉职人员参与他们统战组织所办理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试图要形成一种负面的示范效应来骚动我们当前侨情的稳定氛围。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很感谢我们所有的侨胞侨领能够不受影响坚定的支持政府支持台湾那么我们在这边呢要非常谢谢所有的海外的侨胞那么本人在这个520上任之后就呼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的侨胞，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党的轮替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我们海外的侨胞都超越党派，超越蓝绿，坚定的支持政府。我们强调团结和谐的侨务的基调，我想这样的一个基调在海外受到所有的侨胞，不分蓝绿，不分党派，大家的认同跟支持。我们从过去这将近9个月的时间，我们注意到在海外的侨界的活动，特别说侨宴来讲，那么慢慢的我们都看到蓝绿大家一起共同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院的委员来报告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们侨委会工作的一些这一些亮点还有一些成果，那么来请各位委员来给我们指导。那我想在配合所谓的新南向政策的一个这个政策之下，我们呢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侨务工作我们在推动。那么就像我们业务报告书面资本所提出来的，第一个，我们推动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鼓励青年拥抱侨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跟海外侨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的特殊我们国家受到海外侨胞非常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我们认为我们希望让我们台湾年轻的一代也了解什么是侨务工作，了解侨务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侨胞也能够认识我们台湾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们推动这样的一个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公开遴选120位到120位大专青年大专青年，特别是以中低收入户的家庭青年为优先考量，因为中低收入户他们家庭能力比较弱，希望透过这个计划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到海外去了解世界，来扩大他们的国际观那么我们准备先从美国几个十大城市先来，每家十大城市先来办理。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办理，让我们的年轻朋友在海外7天能够参与侨社的活动，能够参与侨界的接待家庭的提供，然后来认识国外，了解国外，那么增进他们的国际观、国际视野。那么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侨胞能够跟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有所互动
啊，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啊年轻化、创新化的一个这样的工作的思维，我们即将要来推出。第二个，我们持续的推动侨胞安心计划，我们来配合卫福部来行销台湾医疗产业。那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这个初步的数据的统计，那么从去年520到现在，我们在海外啊，鼓励我们的侨区啊，我们的侨外同仁，我们办理319场次的宣导活动，那么大概有1793位啊这个侨胞，他们智慧啊来到国内啊，参与这样的一个健康检查或者医美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把我们台湾还算很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水准呢，能够向全世界来这个行销，特别透过我们的侨胞来帮助我们最好的做最好的代言人啊。那么另外第三，我们建制海外侨界关怀房屋网络的服务，来帮助我们里外的国人，特别是我们度假打工的青年。事实上，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的度假打工青年，尤其是在澳洲，我们注意到这一个度假打工的青年啊，经常面临很多危险的事情啊，譬如说澳洲是这一个右侧的驾驶啊，那我们的青年在澳洲开车经常容易发生车祸，因为观念习惯的不同啊，所以我们的青年呢，每次发生问题呢，那么我们都透过我们的侨界来提供及时的服务，因为毕竟驻外人员的人力有限，而且有些发生车祸的地方在澳洲大陆啊，很内陆深远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很感谢我们的侨胞侨界，那他们来及时的啊，跟驻外同仁的配合，来协助必要的协助啊，这些呢，我们就准备把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把他们来制度化、有效的把它结合起来，成立我们侨界的关怀这个协会，让这样的协会能够稳定的、持续的运作，来对于我们驻外、旅外的国人啊，驻外度假打工的年轻学子，能够得到这样的关心跟关怀啊。第四个，就是要建构侨校教师的媒合平台，提供我们国人，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啊，有意愿到海外当志工老师的年轻人，能够到海外教学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东南亚有将近有1000多所侨校跟我们有啊直接、间接啊的这样的互动。那么我们得到的信息就是，他们缺少素质啊，这个优良的教师啊，那么侨校的教师有的学校也不够，那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这样的教师媒合平台，能够让我们国内应届大专毕业生啊，让我们这个读中文的、华文的或是教育的这些同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海外啊担任志工老师1年或2年，让他们能够一方面啊能够扩大他们国际化的视野，二方面强化他们的外语能力，三方面让他们在海外的侨校磨练他们的教学技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间接的来弥补侨校师资的不够，所以这样的一个媒合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啊对于海外侨校师资的不足能够达到一个啊弥补啊这样的一个啊效果啊。第五个，我们就是啊要针对西南向政策，针对我们国家啊，我们政府提出了5+2的经济发展的一些策略，那我们创新的来办理侨商企业家啊访问的回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去年我们就试办了一团这个生技及精密机械啊侨商企业家的邀访团啊，那么来自6个国家，有8位具备投资实力的侨台商参加。那么事实上，我们初步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办理的活动啊，成效还不错啊。那么这8位企业家回到国内，跟国内的业者啊交流互动。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的了解已经得到大概总金额新台币4亿3000多万元的投资及采购意向。那么后续的投资的动作啊，我们的了解目前还在有的这些企业家他们还在规划之中啊。那么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侨委会对于我们啊邀请国外啊侨台商回国投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能够啊做得更好。另外我们扩大我们海外招生的啊这个作为，加强对东南亚学生啊这样的一个招生的方式。那目前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觉得过去这8个月，我们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稍感欣慰的，就是我们在啊3+4啊这样的一个技职
产学技职专班的来讲的话，那么得到一个很好的招生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年招收了将近1500人，比去年754人，那么成长了一倍左右。那么另外海青班也成长了14%。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感谢所有的大专院校跟我们侨委会密切的合作，我们对于海外的技职专班的招生有一个这样的结果。那另外在变革的方面，我们侨委会对于一些工作，我们采取了一些改革的做法。第一，对于宏观电视，我们跟文化部已经做初步的意见交换，也准备来上签给行政院。我们认为宏观电视当初设立的时空背景，那么到现在整个环境的改变那么应该可以功成身退能够来节省公帑，所以我们准备把宏观电视，如果没有意外，行政院也同意的话，那么大概明年我们就把宏观电视的预算来移交给文化部公共电视来整体有效的运用能够强化公共电视节目直播的内容，来提供给海外侨胞来观赏第二，我们也强化了宏观电子报的这个影音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增加宏观电子报的可看性第三，我们华侨会馆的移转国产署目前脚步加快，我们预计在七月间能够把华侨会馆顺利的移交给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来管理。第四，我们也建立了海外文教中心的管考制度强化我们对海外文教中心的管考，来提高我们海外文教中心的效能。第五，我们注意到这一个目前在海外纪念228活动这个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特别制定了海外侨社办理纪念228活动实施计划，希望明年开始，让我们海外的侨胞如果有意愿要办这样的活动，都可以有所来依据那么的确228活动是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发展一个令人比较深刻的创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我想透过这样的鼓励活动的办理，能够让海外部分受难者的家属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那么另外第三，在西南向政策作为方面，我想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个广收这个侨界的建言，包括我们提供了这个东南亚这个侨校的一些这一个教材的国别化的制作我们办理海外华文教师班的研习我们派出文化访问团到东南亚大洋洲去访问，我们也加强对于东南亚文化教师的巡回的教学。另外我们也很感谢行政院那么来提供我们20亿的增资，让我们的海外信保基金的这个一个基金它的规模从11亿增加到31亿。那么这样的方式，我想对于我们海外侨台商资金的需求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很欣慰的看到520之后，我们海外信保基金乘坐侨台商这一个融资的作业上，总共我们融放了5171万美元的资金出去，那么较上年同期业绩成长了40.3%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一个欣慰也很谢谢我们的林宝熙董事长跟同仁的努力。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海外信保基金的规模那么逐渐的来强化我们对侨台商的资金的挹注。另外我们也这个扩大海外侨台商商机的交流能量，我们今年会不断的持续的办理相关的活动鼓励侨台商回国。那么看这个刚刚跟大院各位委员报告的，都是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们施政的一些新的方向，以及一些这一个初步的一些成果，来请各位委员指教。那么未来我想我们侨委会持续的来力求侨务的革新，来提高我们服务侨胞的效能我们也希望来汇聚海内外国人连结的动能，协助台湾能够迈向国际那么我们也希望让侨胞得到更好的服务。我想侨务委员会存在的价值最重要就是服务侨胞让侨胞满意。所以呢，今后我们希望呢能够这个得到我们大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所有委员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侨务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侨胞得到满意。最后，谢谢我们大院各位委员的指教，谢谢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开始询答
依例呢，我们本委员会十加二分钟，那非本委员会我们六加二分钟啊，10:30发言截止登记。那我们现在先请第一位登记发言林长佐委员咨询。好，我们请委员长哦。委员长备询。林委员早安。委员长早安。我想这个，我相信侨委会的同仁大概也都知道了，都清楚，就是其实我仍然是还不太认同现行这个政府架构的这个分工的方式啦。那大概去年我也大概都充分的有跟大家交换我的想法。那再一次这边跟大家还是重新强调一下，呼吁一下，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哈，不管是什么样的肤色或是族裔，包括华裔在内，其实我觉得都应该纳入外交的工作啦。那针对本国籍的旅外的人士，那纳入外交部下面设置，不管说是旅外的，或是说这个外管的这个对旅外国民的这个服务，应该就可以了。那至于说，其实我也讲了很多次，这个繁体中文教育的推广、海外台商的协助、台湾形象的宣传，其实我觉得这些整并到教育部、经济部、观光局、文化部，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不会叠床架屋。那这样的主张，其实过去有蛮多的民进党的这个委员其实也都认同，也都提过。那措施这一次的改革时机，我还是觉得很可惜。那所以再一次这里再公开呼吁一下。不过我也尊重这个侨委会现在的这个政策方向。我想委员长跟副委员长也都跟我沟通了还蛮多次的，所以我大概也都理解你们，虽然不是认同，但我理解你们规划的这个方向啦。那我相信也有看到这个改革虽然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阶段性的一些事情，我有看到一些成效。那在这边也是要跟你们鼓励一下，也是肯定一下啦。谢谢。在这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包括说像是这个华侨会馆的这个移交啦，然后包括这个宏观电视的这一个也是移交，那还有这个现行一些工作的这个革新。是，对。那我在这边，我把业务稍微做比较清楚的整理，大概也是我们几次跟委员长还有这个副委员长大概有分享到，其实侨委会目前的这个方向大概就是这三大块嘛，应该是不外乎就是一个是行政运作上面的革新，这可能就是我刚刚讲到哦，包括本来可能已经闲置这个，或是说这个不符合现行使用的，那怎么样去整并移交？那配合现在政府的一些行政的这一些政策，那再来就是侨界人脉网络的经营啦。我想这一块大概是最重要，我大概也跟这个委员长这个充分有交换意见，怎么样收集所有侨界的这个声音，大概这是第二项重要的工作。那再来就是透过这个人脉经营的这一个成果，那来去宣传台湾政府的一些施政的措施、便民的措施哦，这可能就包括像你提到的这个医疗啦，或者说这个教育的部分啦，哦，台商在这个旅外投资的一些部分，所以大概就是这三项，如果我们把它统整起来，应该就是这三项啦。那所以在第一块，我们大概用这样子的脉络来讲，我想比这个报告上面，因为报告上面我后来看了，大概分起来，我这个 A、B、C 里面大概都是有点错综复杂的写在这个里面，但是我稍微把它统整一下，比较清楚一点。我想第一个关于目前行政的改革的这个部分，宏观电视的移交，这个并入这个公广集团，我想这是对的，这个也是去年我们就已经有提过。那但是我们现在要维持一个侨委会的这个网络平台，很明显这个网络平台受众就是使用网络的人，那通常年轻人又会居多，所以像这样子的网络平台，事实上现在宏观的这个平台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贴近年轻人啊。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直接就举第一个，我们这平台都还要一定要叫宏观吗？光是这样子的名字，我想年轻人他上所有的这个影音媒介平台看到宏观应该就不太想点进去了。这个谢谢委员的指教哈，也谢谢委员这个把我们侨委会的工作用 A、B、C 三大块就把它这个标示出来，我觉得非常的整合力非常的强哈。那事实上，
宏观这一个，不管宏观电视啦、宏观周报啦、宏观平台，大概有它一个历史背景。那么大概十几年来，二十年来就是用这样的名称。当然这样的名称是不是在未来行销啊，我们台湾也好，行销我们侨委会的工作来讲也好，它的一个可接受度，特别是年轻人，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是这是一个公共议题。那我觉得企业经营也是要从这个务实的角度去看，如果这个接受者消费者他对你的产品的名称他觉得不太接受的话，我想就我们要去考虑是不是要改名字。我想也不是接受不接受，他是连看到宏观他就觉得哎、欸啊、这是什么，他都还来不及去感受到内容。我们说不定不断的在做力求革新，那不断的让更年轻化的东西，那在这边我当然也要提供一些想法，把现在其实在台湾年轻人就很受欢迎的这些作品，例如说通灵少女啦、天黑请闭眼啦、 High Five 这个自霸青春，这些怎么样台湾年轻人就喜欢的，海外旅外的年轻人或是说二代三代他们也可能会喜欢的东西，充实我们内容。那另外就是用很这个软性轻松的名字，宏观真的感觉就很震惊啦、啊，不只是很震惊，还很政治经济的那个震惊。那怎么样能够？其实，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他们很多这个公共的这个频道都尽量年轻化。所以这个部分，我想给这个委员长一个建议，是就是我们的改革，其实连名字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要不要把它改得更好一点。那再来就是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工作，这个也是我刚才讲的 A 的这一项里面，配合现在政府的施政。那我有看到这个媒体其实有报道说，现在还有四件228相关的政治档案没有公开，这个部分是不是稍微简短说明一下？这个谢谢委员的指教，这个都已经解密了，而且也公开了，所以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国家档案局可以去找得到。好，我想这边就很清楚的厘清，也可以厘清大家关心这个议题的这个疑虑。那再来就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很希望能够整并的一个部会，是叫做蒙藏会啦。那有一个说法是说蒙藏会部分的业务要纳入侨委会，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委员长，你认为为什么海外藏人对于台湾设置蒙藏会认为是不尊重的？跟委员报告，好像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我完全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这个就是有可以澄清，因为最近刚好适逢这个西藏抗暴日，其实我跟最近跟藏人很多来往，他们看到一些媒体有时候有这样子的建议跟方向报道，我想如果在跨部会的协调的时候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侨委会一定要断然拒绝。是，我想从蒙藏会移到侨委会，蒙古人跟藏人他一样的疑虑啦。我想这一点我们不用讲白，委员长就知道这个意思，你并没有解决他们认为台湾对他们不尊重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可以主张的是政治外交来往的这部分放到外交部跟蒙古人藏人，如果是涉及文化的部分的交流就是文化部，如果有人是提侨委会，我想在这边我们也对这个藏人社群的这位朋友清楚的说明，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这个方向的嘛，我们完全没有这个信息。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澄清啦。那再来关于 B 的这一个部分，因为 C 的部分我想台湾这个政府施政的措施，这个我们大概刚刚这个上面林林总总也都提得很清楚，那所以我第二个部分人脉网络有没有成功的经营就变得很重要了，要不然我们会宣传不出去我们要宣传的事情嘛。是，所以人脉网络的部分，我记得委员长跟副委员长大概都有几次跟我交换意见，有提到说过去一年来的努力，我们很努力的整合侨社，不管说他背景本来是怎么样的政党倾向，甚至于是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倾向，我们都尽量是友善的去跟他们这个来往。对，所以有一些他也许是比较本土派的他本来理念上面比较本土派的，这个当然比较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些有可能他本来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的这个过往历史的这个脉络，他可能是比较大中国思想的统派的这个传统的侨社。那在新政府上任之后，委员长跟副委员长告诉我说，经过沟通，他们因为认同民主自由，他们其实也愿意选择认同中华民国台湾。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几次沟通得到的一个结论。如果是这样子，我想这个应该是正确，我得到的资讯应该是正确的。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当然侨界甚至于包括外国人，他们愿意认同台湾，我们都乐观其成。尤其是他的家族脉络、历史脉络、
跟中国其实是有一些血脉相连，但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所以他愿意认同台湾。这个我觉得民主自由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关键了。对，因此其实我觉得针对这种，如果真的是这样，针对这种大中国，虽然有大中国思想，我们也不排斥他们的这一些人，但是他们这么的认同民主自由台湾，其实我们与其办一些侨界的这个文化活动，还不如我们侨委会来促成更多跟这个价值有关的一些活动，邀请他们参加。例如说，像是这个海外的中国民主的组织、民运组织“民主中国连线”，例如说这个西藏自由的这个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然后跟我们这些传统侨社，其实他们这么重视民主自由的话，这样子的活动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台湾的侨委会是东亚民主自由重要的一个基地。我们应该可以办，因为对他们来讲，我相信文化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文化的相连是跟他们那一块土地家族之间血脉的相连，但是价值他认为台湾是比较符合的。那如果台湾透过跟民主中国阵线的一些合作，跟这个举办一些活动，甚至于来参与营救刘晓波、参与营救高志胜，这些传统侨社也可以来的话，我想这就很符合他们说他们是为了民主自由嘛。所以这一个部分是不是委员长可以纳入考虑？是，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强化中国的民主自由的活动，然后让台湾在跟这些民主自由的这些组织的互动上面也有一个亮点。是，这跟委员报告哈，您讲到刚刚这一个状况，我了解国内有关单位哈，有人在做。有人在做，那侨委会，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只要他具有侨胞的身份啊，那么他也愿意认同台湾啊，认同我们自由民主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他需要我们来提供服务，基本上我们都乐意跟他们交朋友。哎，这我想这个是两面的问题。对对，一方面是他们说不定因为这样子更支持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这个会馆，在我们的这些侨教中心举办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会更觉得哇，这里不会是中国可以渗透进来的这个堡垒，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言论自由的价值，而且不只喜欢台湾，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原乡，他阿公，他这些家族的认同的这一个地方也可能变民主自由，这是一种可能性，给他另外一个层次，不是说来这边打开通这个舞龙舞狮啦，来这个吃这个台湾小吃啦，又有另外一个层次上。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如果办不了这场了后，不好意思，最后给一分钟。结果你发现讲，伊那也拢无来。你不是讲你都支持民主自由吗？啊，结果我今下来跟你乔宴几场以后，你拢讲因为民主自由，我要支持您。结果我真的办民主自由活动，啊，你大概拢袂来，来的也是你这个呆侨。那我想，我们就不要一厢情愿，也不要太简化侨情的状况。这些人，我想民主自由是他嘴巴这样子跟你讲的。是。他事实上真的希望侨委会给他什么，往往可能不一定是民主自由了，这可能是因为你今天侨业跟他说话跟他高官他就也爱说一些这种场面话，如果是后者这种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实事求是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啦。也就是说，新政府的政策，台湾认同的这个方向跟你的距离在哪里，我们好好的来跟你沟通，有没有办法说服你，我们面对差异，你跟我们事实上是不一样，民主自由只是一个场面话，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来试着友善的说服你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认为我们的价值很重要。那到最后如果他还是不认同我们，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本来这个在海外进行这些侨务工作乃至于外交工作，就是友善的面对所有的人嘛，包括你认同中国但是不认同台湾，但是我们举办文化活动也欢迎各个族裔各个这个背景的人来吃嘛，来这个参与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至少对每一个侨社都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我们不要一厢情愿，也不要高估了自己一些这个侨务工作的这个成效啦，在这边跟您这个提醒，谢谢，那希望可以有一个更精进的这个评估。是，谢谢委员的指教，我们会记住，谢谢。好，我们现在请江启臣江委员来质询。
好，谢谢。我们先请主席邀请委员长。好，请委员长。好，委员长，那个我先请教一下，我们今年海青班的招生状况啊，是，像我们在去年曾经检讨过啊，对，那今年目前依照你们的业务报告，看起来数字其实也不是很理想啊。然后我记得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你还非常积极争取，2000多万元的预算啊，那我们也都同意啊，然后你也喊出目标2000人啊。但是以目前的状况，似乎跟去年没有差多少。嗯，啊，然后主要的来源国马来西亚也占了90%以上，这个似乎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啊，还是说你们整个招生的能力有问题等等的啊？也就是说，你当初承诺要改善的，实际上目前看起来成绩是没有改善的。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嘛啊，你35期的时候录取是1836，报到1179啊，那36期呢稍微成长一点啊，1300多个，但是呢，这是因为你还有办理第二次招生，对不对？如果没有进行第二次的话，那其实你的人数差不多啊。啊，然后离你所谓目标2000人啊，那还有一段落差、欸。所以委员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好，谢谢委员的这个指教哈。我想这一个海青班哈，他搬到现在已经迈向第37年了哈，37年，所以哦53年了是吧？哦，37届53年了哈。那么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大概海青班这一块市场哈，我们认为已经达到一个高原期的平台了哈。大概因为50几年了嘛哈。那所以意思是说要突破很困难，所以要大幅成长，要大幅成长比较困难，所以大概只能维持嘛。我们现在就是说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说，因为长期以来海青班主要锁定在马来西亚这块市场哈。为什么是锁定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它有独中，它有61所用全中文教学的学校，所以它的学生来台湾读书比较能够接轨。所以过去的几十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就不能叫海青班了。对不对？你这个就是专门为马来西亚的，但是他还是有其他国家学生，还是有其他国家学生，其他学校比较少，其他学校的学生其他国家非常少了，今年只有125个不是马来西亚的。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学生这几年已经从以前93%哈，已经降到89%了。有吗？今年已经89%，还是90吧？已经89了，往下掉了一点了哈。那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强化对其他国家，缅甸啊、印尼啦、啊、越南这边学生的开发。这边提出来，我跟你讲，我只是要提醒你，是就是说你去年给我们的承诺啊，包括你在预算争取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相信你，但是现在是我们检验成绩的时候、啊，是啊。第一个，你如果说人数是高原期，未来没办法突破，那你也老实讲，我们在预算上要做斟酌。第二个，来源国的部分，假设你就是要针对马来西亚，那也可以讲清楚。但是卖碰轰啦，说啊，我要赶快开拓其他国家，但实际上做不到，或者结构上根本没办法这样做。我觉得这些事情要跟我们交代清楚。我们才能够了解，否则我们赋予你非常高的期待啊！这个要突破2000人哦，不能只有马来西亚，其他国家都要哦，符合你的新南向，对不对？但实际上做不到，好不好？报告委员，这个谢谢你的指教。委员长，这个议题我先，我们一直都努力在做了，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就先提出来，现在是年初嘛，我想。年底我们又要审你的预算，明年我们会重新再来做检讨。我们注意到这个情况，所以委员可能从我们报告书有发现，就是我们以前是海青班，就是只有招一次，现在我们要招2次，就是我们要 double effort。对啊，我的意思说，这你 double 你才增加一些嘛。对、哦，那如果没有 double 就更惨了。是，好不好？是，我们会努力。下一个问题啊，我请教一下啊、哦。是，那个实际上你的报告当中啊，也提到当前国家。这个新南向政策啦，或者拓展新兴市场政策这些等等，是。然后你会
去邀一些我们海外的商会的精英啦、啊，或者是侨胞啦、啊，或者有兴趣的这些人都回来参与我们整一些相关的经济建设，是啊，然后跟我们的一些业界做媒合，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向的事情啊，这是侨委会也该做的事情，过去以来做了不少啦啊，那有没有绩效？有没有绩效是另外一回事，绩效好不好？那可能也不也要看当时候的经济景气这些等等都有关系，是啊，这个我们都认同啊。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提出来是说、哦，这样子的工作在做的时候啊，不管任何一个党派执政，都应该站在我们这件事情的最大利益上面。是啊，你如果这件事情是要来招商或者要媒合机会，或者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经济建设，那我觉得就把这个主轴放清楚。我现在让你看几张照片。是啊，这个是去年大概八九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人家跟我们讲的，说我为什么回来，我来参加这些海外回来的商会精英的课程，我要来听你这些事情。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啊。我们再来看下一章，然后呢，讲国民党的政治谋杀，好，然后再过来，好，在他们给我们的 line 里面，你知道他们讲什么？说 Our whole schedule is so damn green, I think. All the instructors keep saying how bad KMT is, not professional, and many of us feel it's not professional. 好。然后呢 ，really don't know why it's the point of our visit。所以，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请教你，海外的侨商邀反团回来是要先接受政治洗脑吗？是这样吗？你不是讲得很清楚？你在你的开宗明义，你的第一页、第二页讲得多好听啊！你说海外侨界长期处于民主自由氛围，政治立场自然不尽相同。本人上任以来，秉持不分党派、一视同仁的服务原则，广结善缘，在本会强调团结和谐的侨务基础施政下，海外侨社蓝绿之间互动日趋热络，不同政治立场的侨团开始彼此合作，共同推动当地侨务事务。讲得很好，这个是百分。但是实际座位上，居然这些人回来台湾，你给他上这些课程。这课程可不可以公布一下？是委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诚实跟你报告，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哈。我想我不了解，人家已经很不高兴了。对，回去之后我们会彻底的了解到底。你在这边很大力的讲说我们要团结、要和谐，你在结果回来这边跟你讲说，另外一个党多么的可恶啊！我觉得这不应该发生了。你要讲政党政治，讲政治立场，我不反对。不是在这个地方讲，不是这样讲的，我觉得不是这样。这不是在这个地方讲吧？是，对不对？这个对所谓的侨界的团结和谐，我们啊，想要团结和谐来不及，你还要制造对立，这样子只是分化了。是这个，我会去了解。我知道大家彼此的和谐，而且回到台湾，大家想哇，台湾为什么内部都在讲这个？我们回来是要知道台湾的经济建设在哪里，你告诉我新南向政策在哪里，对，你告诉我商机在哪里才对嘛？为什么要先接受这样子的政治课程呢？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过往大家一直批评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你绿营全面执政，你开头做这样的事情，这对吗？我觉得不应该，对不对？委员长，是，你要去查。我要查，我会查。这个东西不能在我们这些课程上面，你不对嘛？你的主题跟你的所谓的场域场合是不对的嘛。对，我们要尽量客观呐，尽量客观，对不对？是，不要讲说客观，你一个商会的精英要回来参访台湾的这些经济建设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讲这些。是，你就知道说这个负面作用多大，而且我跟你讲了，跟我们爆料都是深绿的啦，那深绿都看不下去，你知道吗？嗯，有必要吗？没有必要。这个，我想我们会去了解，好吧？哦、谢谢委员指教。所以委员长，我今天在这边很沉痛的提出来，侨界不要去分这些了，啊、哦，大家
都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台湾，这些东西我们尊重历史，是是，包括二二八这些东西，尊重历史，个人有他自己的政治选择，侨委会尊重，但是台湾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优先希望侨界来支持的，这样才对嘛？是，好不好？我的看法跟委员完全一样。我想事后我们再跟委员私底下再请教这个整个他的背后的一些情况。这个从去年我就有听到，是啊。那我想说，如果这个事情你们再不改善，今年你们也办了很多课程啊。是是是，对不对？你们有一些旅行社什么什么这些找回来很多班，很多班，对不对？对，你今天如果找回来的，他们接受的又是这一些，然后你委员长跑到国外去呼吁大家要团结要和谐，大家心里 OS 这样这基调不对了，这样不对、啊、就是说啊，你讲一套做一套，是是，这个我们也会注意，好不好？我们会来检讨，因为这一些人、哦、人家他有的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是他五二零前后都有在参加的，他有些不是只有来参加过一次，大家会去比较、哦、嗯嗯，大家会去比较，啊、哦，然后有一些就会觉得，那我再我也不要回来，我回来感受到的气氛只是一个政治对立的气氛嘛，这样不好，嗯，好不好？好，所以侨委会委员长你要承诺一下、哦，是这个事情，你第一个你要了解清楚，我们会了解，应该去避免。第三个，我希望你那个课程，我刚刚在跟你们要，你们也没办法给我，嗯，啊、哦，我不晓得这课程谁安排的，是。我会了解，我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做一个全面了解。好，另外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讲这个宏观电视跟宏观网络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宏观电视是回归到公广吗？是，明年，所以未来整个宏观电视这一块就不归你们来经营，是不是？是，就整个公广集团来经营嘛？是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回到公广集团，他还会继续你的宏观频道吗？还是说其实没有了，就回归到他整个公广集团的经营里面，他或许不叫宏观频道，他可能叫什么国际频道之类的，会不会这样？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就完全由公广集团来主导，是不是？对，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一部分的经费未来是你们要出吗？还是没有？还是完就是变成公广经费自己编，哎，公广集团自己编预算。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一亿的这个预算，就以后就由公广集团他们来编列，来整合运用。那钱是你们出？不是，这个钱就是移拨给文化部了。移拨给，所以这个经费还在、哎，还在，但是文化部来出，文化部交给公广集团来运用，所以是文化部来出。是，所以你们将来这一笔预算就不会有，我们就不再编列。好。那个频道会不会废？不知道。那以后公馆，我想公共电视，因为如果他经费一样，政府继续给他的话，那你这个频道废掉，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说，他的经费结果频道废掉，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公共电视的节目基本上蛮优质的哈。那么如果公共电视的节目能够有系统的让全球侨胞能够收看，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这样子。所以未来你们在海外的这一块侨胞的这一块，你们会整个用公广集团的他们用公共电视的内容来取代你们原本在播出的一些内容，是这样吗？对，因为我们现阶段我们宏观电视节目也是公广集团公共电视帮我们制播的，也是他们帮我们做的，都一样。那我们认为这样统一视权，好，统一视权，那让公共电视来整个运用。所以在内容的比例上面，你们没有主导权啊？基本上就是由公共电视文化部来主导以后海外文宣的工作，这样子。所以等于就不是完全针对侨务的啦。没有，就跟侨务基本上比较没有直接关联。就脱钩了嘛？就脱钩了。好，了解，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刘世邦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我们委员长好吗？请委员长备询。刘委员早。是，
委员长，辛苦了哈，我知道你这全球都跑透透哈。那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部分呢、啊，希望请委员长来多多澄清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同意啊，这个宏观的部分呢、啊，就移交到文化部来处理。我想这个对于侨委会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更专业了哈，不要去处理这个媒体上面的事情哈，这一点是值得称许的。而且我想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的不同党派的立委也是针对宏观都有同样的共识。是是。那我们的行政单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我觉得是值得嘉许了。是，谢谢。那但是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部分哈。是。我先跟委员长来请教一下哈，您去过韩国吗？上任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还没去过韩国，韩国的侨界的状况怎么样？韩国的侨界那边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就是那边有一些侨校这个校产的问题，跟政府有一些纠纷啊、嗯哦。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有纠纷就不去是吗？也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太忙了，都没时间都排不出来。那我希望你来留意一下哈、哦，这边有一个纠正文呐、啊、哈、哦。是是，这个纠正文当然是监察院纠正外交部跟驻韩代表处哈。那为什么纠正？当然就是土地的使用。那我们也都了解，在土地的使用过程当中，都会讲很多理由了哈。第一个退出联合国，然后再来那个我们跟汉城跟这个韩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啊等等，这些有相当多的土地没有办法收回来了哈。那我根据这个纠正案里面所提到，跟侨委会也有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我们的外交部啊，跟当地的这些已经被占用的。我国的国产呢、哦，不管是转移到私人或者转移到非公家单位去，哈，可是因为当地仍然有这个华侨学校，好，不管是华侨中学、华侨小学，但是我们的侨委会仍然在补助他们经费，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就是说为什么外交部的立场会跟侨委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个在监察院的纠正案里面，他有提到说。外交部有确定我国在韩国的财产呢，是依据一些法律啦、行政啦要求返还。那在其中，因为太错综复杂，有的时候撤回诉讼，有时候仍然在诉讼当中啊。但是多笔土地遭到汉城华侨协会、汉城华侨小学侨民服务委员会，我要特别跟委员长讲一下，侨民服务委员会其实是以前中国国民党的驻韩。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当时党政不分的时代哈、还有汉城华侨中学拒绝续约多年，这个可能我们在处理侨委会的这些同仁大概知道这个状况，他无权占用我国的不动产，而且改了章程，然后理事会多年来又没有办法来改选，而且还要求我们的驻韩代表处要为了新送来道歉，拒绝往来。好，那这一位汉城侨中的重要领导人呢，叫做薛荣兴。了解状况吗？叫做薛荣兴哈，为什么呢？薛荣兴因为他态度亲中，而且呢，他现在担任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大陆事业部的负责人，跟北京现代汽车副董事长，所以要求我们驻韩代表处要道歉。但是我们的外交部在处理的时候，已经处理到大了官、小了官哈，几挂法律丁管，我想长久以来。韩国跟台湾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之外，对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友善。可是我们的侨委会呢，102年度、103年度、104年度、105年度、106年度仍然有补助给他们的侨中。为什么外交部的立场会跟我们的侨委会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委员长？好，这个我是不是请主秘他比较好？来，主秘，请主秘来回说明一下。请长话短说，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韩国的国有财产这个问题，当然是由外交部在处理。但是外交部在处理的时候，他也是把国有财产跟这个使用，尤其是侨教这个部分呢，要同时来兼顾。就是说，我们希望去极力去争取这个国有财产，但是对侨教本身的学校的运作，不希望对这些学生的教育会产生影响。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就是外交部有跟侨委会讲清楚吗？大概我们像跟那个外交部这个部分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沟通啊，真的立场上面这部分是一致的。好，那我请教一下哈，2013年的时候你还在我们侨委会任职吗？哈，是2013您还在侨委会任职吗？哈，2013年的5月12日。5月22日监察院调查的时候，那侨委会
的侨务委员会的陈世奎委员长，仍然由这个代表不时定代表陪同立校访问。你们既然知道有这个状况，那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那边立校访问，表示说你们肯定喽。我们是支持侨教，但是国有财产我们尊重我们国家外交部对这个应该要极力争取的立场，这个是没有冲突的。这样子哈，是那个我要确定一下，第一个，你们先把监察院，当然是针对外交部提这个纠正函哈，你们要监察院里面的这些态度要讲清楚、说明白哈。那同时，我们的侨教中学里面的这些董监事有没有因为好久以来都没有再重新来改选？按照章程来改选，还是仍然霸占不放？这个是由我们侨委会来负责，还是由其他单位来负责？不可能是外交部的驻韩代表处吧？这个部分主要的这个辅导还是我们驻韩代表部这边在做处理。那按照章程，你是说华侨中学里面的这些委员啊，或者是这些董监事，不是由侨委会负责，是由外交部来负责？我们在整个章程的规定是由驻韩代表部这边来负责有关这个学校的董监的改选的这一部分的辅导。这样子哈，你们不要把它推得很干净，我等到外交部问回来，我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负责哈。因为我对于这个近年来啊，你们仍然补助汉城华侨中学的状况，除了给他们书本以外，还有补助他们的活动啊，还有补助他们双十国庆的活动哦。双十国庆的活动是属于侨教的范围吗？好，当然你们还有派了替代役去支援教学，这个我没意见。可是你们在105年度的时候，仍然补助有双十国庆的活动。虽然不是太多，可是跟你刚刚讲的是刚好相反啊。如果你只是因为有我们的侨生在那个地方要上课，我们给他书本，给他教学，给他老师，哈，这些相关的文化教育的活动，我完全支持。可是你给他补助双十国庆的活动，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汉城华侨中学应该处理的方向吗？啊，这个我跟这个委员来报告一下哈。就是刚刚主秘讲了，大概就是说这个学校的校产跟我们国家跟外交部有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冲突哈，这是一个界面哈。那但是对于这个学校的本身，因为他认同我们台湾哈，那基本上来讲跟我们台湾也有长期学校的本身认同台湾，那基本上但是学校的土地是他们要霸占不放，那这样怎么认同吧？认同台湾也要遵照我们台湾相关的法律吧？那个委员长，因为你还没有确实是处理过了哈，我不希望你马上就做出任何的这个处置上面的裁定哈。第一个，你们先查清楚，这位薛荣兴哈。他是不是长期霸占住我们汉城侨中的各项资源而不放？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坦白讲，在教育的态度上也不对。好，还有董监事的改选是不是确定是由外交部来负责，还是侨委会可以协助？好吗？好，再来确定清楚哈。这件事情，因为你到目前为止没有去拜访过韩国，所以我没有把他讲得很死，希望你查清楚，好不好？好，配合外交部还有我国国家，譬如说我们有不当党产的处置条例，还有我们国家相关的这些刑法或者土地的返还的这个作业，我想我们还是要能够比较有力道来一起处理，不要说一方面很硬，外交部就硬要给他偷偷的，还给侨委会，没关系没关系，你继续留在这，这样不好。好不好？好，好，谢谢委员长。好，谢谢。好，再来，我要跟委员长请教一下哈。是，委员长，那个你知道，我长久以来对于新南向的这些国家非常的关注哈，不管是在侨委外交或者是其他经贸的部分，因为我认为我们在国家安全的考虑上，新南向政策是相当要处理的一块哈。是。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在新南向的这个侨商的组织概况哈，我去做了一下这个这个概况上面的一个数元哈，会员数哈，你看一下，我们这么多世界台商联合总会、世界华商经贸联合总会，还有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这么多协会里面，在新南向的18个国家里面，有的是挂零哈。那当然，我想要问一下，这些跟侨商有关系的协会，有没有可能经过侨委会来帮忙继续扩大跟继续深化？啊，谢谢这个委员的指教哈，这个问题很重要哈，也很好。坦白说，我还不敢很有把握说能够100%回应您的问题哈，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在新南向国家这些国家它的会员能够持续成长扩大。这样子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哈，是你看到了图表，我想这里面有挂零的出来哈。在我来讲，我觉得印度是不是可以先来？印度没有任何我们的侨商组织啦，哈。
那但是我所了解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组织。那你们给我的资料是零啊？哦，这样子啊。印度是一个，巴基斯坦是零。上面这个不是印度只有一个，一个乌吉勒，乌吉勒。它是在哪里啊？它好像是在那个什么钦奈，就是高科技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在印度的中部。那可能不是侨商哦，可能是我们自己台商去那边投资的、哦。我们台商去那边投资，不是侨商。我现在不是讲侨商的，不是侨商，他是台商。好，那我建议就是说，依照他们这些国家，因为他这个整个新南向国家已经是变成全世界第四大经贸体嘛，是、哦、是。所以这个侨商的部分呢，希望可以继续扩大，好不好？是我们来努力，我们来努力。好，那我这也是特别提醒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再来。我也能够肯定说，我们侨委会有揽财的博览会了哈，那你们才开始试办。但是揽侨博览揽财的博览会里面呢，有在台北跟台中办了一场，高雄是没有办。高雄没有，为什么没有办？因为高雄本来也有找这一个那个哪个学校，树德科技大学哈。高雄有很多国立的大学，不一定找私立的啊。那刚开始他们说他们很有意愿要承办，到最后他们就。高雄还有很多国家、还有很多大学了哈。为什么呢？我查了一下了哈，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些侨生在105学年度的时候就有2200名哈。是。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侨生留在台湾留久了一点，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的国民呐、啊。这个比例非常大哈，在我高雄里面，其实相当多香港的移民呐、啊。我们出估已经超过5000人了，是。好，我当然不是说侨生，所以有关相关的揽才其实会配合我们在好延揽很多优秀的侨生来台湾是很重要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侨委会来思考一下，好，某一家大学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帮你办，你还有很多其他大学，高雄就不是只有一间而已，对不对？好、哦，你去台南办嘛，不要紧啊，好、哦，不要这样子漏掉好吗？好。好，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哈，那请那个委员长能够多多考虑好吗？好，好，好，那以上有一些部分呢，那麻烦委员长可以把这个资料，譬如说像韩桥的这个部分啊，好，这个华侨中学的部分，是不是尽快在一个月提供给我一个简单的报告？我弄清楚了之后，我亲自跟委员报告。好，谢谢，好，委员长加油，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正委员咨询。来，主席可以麻烦请委员长。委员长，请备询。罗委员早。哎，委员长早。委员长，其实我们知道侨务工作跟外交工作一样，是，也是一个每天在跟对岸进行一个竞争，是，但也不完全是竞争啊，还有部分可能是比较和缓一点哈，是，但这个竞争工作是不断在进行，是，甚至是在斗争的一个工作。你在报告的第二页里面提到一点，第二段是，这是蔡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大陆即透过海统战部指示其外围组织全球各地近200个统促会分会，抨击我新政府的施政，并在侨社进行分化作为，企图诱导由我侨团社领袖及侨务荣誉职人员参与统战组织所办的活动，形成负面事件效应，扰动当前侨情稳固的气氛，对不对？是，所以对岸的动作攻势是蛮强的。是，可是你接下一句话，所幸有我侨领不受影响，仍坚定立场支持台湾。所以你的这个小这句话是代表完全不受影响，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受影响，那极少部分的人啊，他可能那重点来了哈、对，你这句话是写有我侨领。那我问你，侨务荣誉职人员有没有，就我们掌握，有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岸的一些统战活动？你们所掌握的，我们了解有几位哈，有几位，譬如说侨务促进委员啊，侨务顾问哈，或是几个年纪大的侨务咨询委员，大概我认为大概在个位数左右。全世界？全世界只有个位数。个位数左右。所以从侨务顾问、侨务咨询委员到侨务促进委员，对，只有个位数。个位数。那我们都基本上都注记了，我们都。然后注记完之后呢？注记大概我们会采取比较就是说低调的方式，我们会处理，后续会处理，我们会去有去跟他们接触，希望对劝服他们。有事前、事中、事后，我们都有做。
所以他们事前的部分，如果我们去劝，他还是坚持要去。他不听，不听，那后续我们当然我们就不。那未来下一次的侨务相关的咨询、荣誉顾问、促进委员的遴选，会不会做考量？我们就拿掉了，就拿掉了哈，拿掉，确定啊、这个？这个没有妥协的，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些侨胞会反映，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是咨询委员、荣誉职的，参加对岸的活动，结果我们后面都没有动作。那没有，我们都会有动作，一定会有动作哈。所以下一次在临聘这些人的时候，只要有参与对岸的一些统战活动，甚至他能参加他的组织的话，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排除在我们的遴选名单之内。没有错，完全正确。所以委员长不要有任何一个再被爆出来说他有去，然后结果我们还遴选的、哦。不会。侨委有没有？侨委目前为止没有。没有哈。哎，好，侨委也没有。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OK， 因为这个是有指标性的。是是。啊，因为他不只是他个人。对整个侨界是有指标意义的，是是，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些重要的政府所临聘的人员，不论是他委员或者是荣誉人员，如果参加对岸的活动甚至组织的话，对其他侨界的人士会有一些示范作用的，是，那是不应该的。好，这一点啊，请委长特别特别要注意一下哈。是是，所以那个名单如果可以的话，私下提供给我。好，就你们所掌握的参与啊、对岸的活动的，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些名单啊，来对一下，比对一下，好，好吧，好。好，委员长，南向政策是新政府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哈。是，但涉及的部位很多。侨委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我想，我们侨委会最主要的工作哈，根据这一个行政院给我们的分工，基本上我们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链接这个人脉。对。啊，就是说透过我们侨委会的这个侨界的人脉哈，然后来提供给各部会来共同来运用，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简单讲，在整个所有南向的一个纲领里面。你们被指派两个主要的工作，其中核心就是什么？侨民的网络，是你讲的人脉。对，其中两块叫建立侨民产业的资料库，是跟交流的平台，另外叫善用华商经贸网络力量哈。我们先问第一个，委员长，你们现在对于资料库的建立有没有什么大的构想跟想法没有？进展如何？这个我们请我们侨商处副处长来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进展，未来会长什么样子？那个资料库会长什么样子？告诉我。目前呢，我们去做海外调查，预计呢一年要做5000笔，那在4年要做完20000笔。那目前已经两万笔什么？厂商的资料，厂商的资料库，那会有它的产业别，然后当然负责人这些啦，然后到时候就是说，可能依据这个大数据来做一个我们产业的分析，然后透过这个海内外的这个商机的媒合。那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一些资料，大概现在目前大概有。5000笔应该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找人在帮我们 key。5000笔是整个全世界还是只有东南亚？东南亚现在以所以光东南亚大概就5000多笔。对对，现在先以东南亚为优先，因为配合新南向嘛。那这个资料库到时候是开放给所有台湾人民使用还是怎么样？你们所谓的资料库到时候是内部使用还是给开放给外面？应该会以电脑来讲，应该会有一个程序，就是说有一些是可以开放的，有一些是我们内部参考的。好，那我想请问，这个资料库它的使用的目的何在？就这么简单，我们建立一个资料库当然有使用的目的嘛，是要给台湾的想要去投资的人参考，还是给政府参考，还是给谁参考？任何人都可以参考。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的台商非常的多，但是不知道他们从事的业别是什么。我们希望说，我们在新南向啊，可能是成衣类的很多，传统这个纺织类的很多，还是说科技类很多？假设啦，就是说把它分裂出来，有一个产业地图这样子，然后到时候我就是海内外可以去媒合，就是说有兴趣的，然后我们海外有很多的台商会都可以做一个平台来帮。OK， 那可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包括我们台商愿不愿意提供，因为他有些涉及到他自己产业的一个发展策略，甚至他自己的公司的机密等等的，这一定有限制啊。是，那怎么样克服？你们是怎么克服的？这个东西之前有厂那个。台商有反映过，但是现在我们要他的东西，当然不会他要他的策略，我们只是要他的产业别啦。因为我担心最后整理出来就是一个名册，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名册这样而已。应该会比名册好啦。会比名册更好。比名册更好。因为如果只是整理最后一个台商名册，然后简单的公司姓名、地址，然后顶多给你讲说这个公司的这个营业额等等，这个帮助并不大。那顶多帮助你刚才讲的所谓产业地图而已啊。是因为。营业额他们也认为是个资啊，对啊，没有错啊，所以他就不会给你啊，对，所以你大概就是姓名、负责人、公司联络地址，顶多加产业，就这样而已啊。我们还在思考说，应该是说他们想要发展的是什么？假设，但是这些东西哦，有一些
有一些困难度，有一些台商厂商他不愿意去提供了，所以我们也是慢慢在收集，就是说先从无到有，然后慢慢去给它完整化这样子。没有那个委员长，我特别强调一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啊，但是我也了解，就在实际在推动一定有困难。是啊，不要搞到最后变成一个名人录，是厂商的名册。那这个资料库其实对使用者来讲，不管要给谁使用了，帮助真的不大。那只是应付说啊，我有一个名册，我有一个资料库，事实上里面是空的，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想委员讲到重点了哈，这个我们会尽量的来强化这个资料库的内容，它的可用性啊、嗯，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哈。OK， 哎，这个我们想我们会努力。另外一个就是华商的网络了，就是刚才讲人的部分，刚才讲是企业、产业、公司，现在是人的部分哈。台商的组织，我们有一个总体的策略，在东南亚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它分了很多，甚至有些是竞争的关系等等啊。我们侨委会这整个在东南亚的台商的组织有什么样一个大的策略跟做法没有？我想台商会成立最主要的目的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透过商会的组织，让我们东南亚的台商大家能够彼此在海外互相照顾、互相支援，然后促进商机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哈，这是它最核心、最根本的一个功能在这个地方哈。另外，慢慢的台商会因为政府对他们有一些这一个期待哈，所以台商会组织慢慢又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就是来支持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的施政哈。那么在海外能够支持政府，那这有一点政治层面的一些功能了，就慢慢出现了哈。那第三个，基本上来讲，我想我们更强化，就透过侨委会的服务工作，我们跟商会之间有一个更重要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说协助海外的商会提高他们的效能，提高我们海外台商他们经商的这样的一个素质，以及他们整个经营能力的提升，就包括透过我们的培训啊、教育工作，这个是第三个功能。那整个来看，台商对我们侨委会、对我们政府现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政府关心他们，但是也希望他们来支持政府，大概就是这样的双向的一个效益。不过对台商最大的一个协助，就是协助他们在当地在发展上最大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的部分、啊、包括跟当地国的一些谈判，是啊，双重保避免双重课税，对啊，投资保障这一块啊，我们还是要协助经贸部门是全力来推动，好不好？是一定。委员长，我另外一个计划虽然不是很多钱，可是我想特别了解一下，是叫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我一直不了解他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何在，是虽然钱不多，一年带120个到国外去，然后每个人去7天，然后到底他的目的是何在？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多的钱，但是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国内的这个年轻学子哈，他有机会能够扩大他们的国际视野。那为什么不是教育部办？教育部当然也可以办。那为什么是侨委办？所以侨委办一定有不同意教育部的地方，对，因为不同意外交部，因为外交部有类似的计划。是是是。然后教育部有类似的计划，甚至福伦社都有类似的计划。对，让我们国外台湾年轻人到国外，甚至一个月、半年，你们就有7天。对，所以我了解说，你们这个花钱不多，几百万，但目的到底何在？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我们年轻人一代了解侨社，知道认识侨团，知道海外侨胞在海外的生活。好，那了解这干嘛？重点来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年轻人一代，当然我们希望他大学毕业之后能够来考我们的侨务特考。好，那重点来了、哎、我如果了解没错的话，你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培养侨务外交潜在人才。是是是，希望有一天他来考侨委会。是是，来考外交部。是，你觉得透过这个计划可以达到效果吗？我们希望有一些效果。7天出国去7天，我7天虽然是短7天，但是我想好，那我问一下，那7天在干嘛？他要参加我们侨社活动，他要跟侨胞接待家庭互动，然后他要去认识这个国家，然后扩大他的国际观。好多事7天就可以完成了，你若扩大前面1天后面2天，他真正搞不好4天5天不到啊。但是总比都没有机会好。可是问题出现了，一个机会，这个是新的计划吗？对，这是试办。好，如果我们试办觉得不好，可能我们明年就停办了。没有，我没有说一定不好，我现在讲就是说，是是，你先把目的界定清楚。是，如果他的目的是要培养未来要考侨委会的人员，那我们就要思考这个做法到底能不能达到那个目标嘛。是，但如果反过来讲，我只是希望台湾年轻人到国外去看看视野，打开视野，然后有机会这种弱势的小朋友，你看你要特别强调哦，
以中低收入家庭之青年为优先考量，那不是很奇怪吗？我们侨委会是主要是要锁定中低收入的青年作为我们侨委会招募的目标，因为我们希望，因为 中低收入青年他们经济能力比较弱，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让这些比较贫困的孩子他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对，可是目的又不是为了招募侨委会，我们招的是最好的，不管他的背景怎么样嘛。是，所以我还是要回到一个核心点，就是说请侨委会把那个目标定清楚。好，因为我还想去了解你们具体的课程内容，是出去那七天干什么，然后回来之后有没有追踪考核，是乃至于七天之后在那七天里面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心得，这个甚至回来做报告等等的，会回来会有报告，否则那几百万、虽然不多，可是钱要花的值得。我了解，而且我刚才提到了教育部也办了，外交部也办了，是其他单位可能也有办，但是每个单位办的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宗旨不太相同，好吧？但是我真的怀疑了哈，就透过一七天的活动，可以让他们成为未来我们侨委会可能的潜在的生力军，我会比较保留一点点啊，这一点要请侨委会特别注意一下，好吧？我们来努力，谢谢、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下一位，请庄瑞雄委员咨询。主席，我请我们侨委会的吴委员长。委员长，请备询。庄委员早。吴委员长早哈，早上我听你在答询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有点跟各个部会比较起来啊，死气沉沉呐、啊，现在死气沉沉，因为业务报告的时候立马死气沉沉了、啊。啊，我看看其他你内部上面看的多。我今天人感冒。我想讲，我奇怪，我离海外看到你的时候，病变表那小金工呢？怎么到这个委员会里面，这个死气沉沉的？今天人感冒不像爽快。其实我一直在想哦。我们侨委会啊，过去啊，很多不同的委员有不同的一个主张，是就是你们这个定位的问题啦。我那几轮该听了了，我嘛不知道恁到底是咧做什么挖沟，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们所有的业务，你扯到我们整个华侨，你说要去服务他，要去团结他们。这个类似就在讲说，好像有一只手在跟我们竞争啊。哦，委员长，你听我意思不？哎，我知啊。啊，恁这等于在靠人尔呢？恁拢是靠人，我来靠足济人，靠足济人来向心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啊，对国家的一个向心力。那好像是在跟谁做一个竞争，这也好奇怪哦。一般呢、啊，正常的一个国家哈、哦，因为正常的人呢、啊。怎么会说刻意去跟别人来争取谁对国家的一个认同？这好怪啊！为什么说侨委会很多人认为说像个盲场一样该把它废掉？会有人会认为说你这个业务几乎是重叠的，那你应该很清楚，在跟我们做竞争的其实就是中国嘛。你说中国有那么多统战，哎，其实如果中国那边有人在对我们的华侨，侨胞来做统战，那其实你们也是一个统战的一个单位啊，是，对不？你嘛是算在讲统战嘛，是。啊，你是拢安那讲统战，你是统战的赢人未？你认为中国那边的统战就是请客啦、吃饭啦，那我们的做法会有不同吗？对不对？那我这边来就教你啦。你像比如说，那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频道啊，像比如说美国之音呐、啊，啊，像英国的，发展到最后，当然他们都很电视台都很发达。那这宏观那边给注销掉嘛哈，我也认为该让他走入历史啊。但我这边做一个提醒啦，是，因为毕竟啊，有一些啊，像比如说他好像是二十几个人而已嘛，嗯，王刚二十几年，你讲宏观电视啊，宏观电视我无王刚啊，迄拢是公共电视因在处理的，公共电视因为着要做完的节目。我讲本地的个恁的时阵，你即马毕竟还袂出去嘛，哦。你现在打算没有公共电视了嘛？我现在华侨通讯社真正在处理宏观电视的同仁大概只有几位，打几年了啊？几年了？安尼都无，以后袂大家底下咧挥啦，或什么的哦，什么的派遣工，什么也劳工权益受损的，没有，没有这个问题。哎，是我去看了你们的很多的一个计划，你像比如说我们侨委会现在有一些搭桥的一个计划了哈。我跨界计划了，其实就变成说过去的。前朝没办法完成的事情，好像你们又把前朝后来做不到的事情又把它拿回来了。
你像比如说，我看到你们那些架构国际事务青年人才的培育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我把它看完以后也不晓得该怎么问你。客委会过去办了一些活动，让人家感觉就是急杀的我没开年啦，什么去圣母峰的啦，去那租板条的啦，啊去看电影的啦，拢做这啦。啊，现在我看你们这样侨委会的一个计划，当然也没好一点啦，你们有好一点啦，侨社交流啦，啊，但是啊，看一下歌剧一个，啊去 NASA 参观一下太空梭，啊去德州一日牛仔，这个计划有外界其实也会有批评哦。嗯，啊，委员长，这款就是冲到尾也是那里佚佗的呢，你知不知？要小心呢、啊，像这类的计划，这个有时候为什么会大家认为说整个侨委会到最后有点不务正业啊？你被达到什么成效？委员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讲针对这个计划是吧？打小计划。对。我头拄啊，甲阮老甲罗委员甲报告吼，等于讲这个打小计划吼，基本上我来唔忙讲吼。有这个计划吼，虽然伊未开偌济钱吼，但是和咱少年人吼、大学生吼，因为有这个机会吼，会当去海外，尤其即马很准时是伫美国咧行走吼，去美国会当甲咱咧交界吼，会当直接啊，会当了解阮侨委会伫外口做侨务工作是甚物款的情形，啊面对甚物款的挑战，和咱的大学生有这个机会伫第一线吼，伊会当去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吼。啊，我是唔盲讲，即个大学生以后吼。我希望讲也当来考我的侨务特考，因为我需要较优秀的少年人来加入我的这个团队吼。啊，第二，我就感觉讲和咱的这个大学生哦，伊有这个国际视野，会当去外国看看，也感觉讲哇，原来咱的国家在海外面对的困难是这些代志，会当了解。很难定位啦。是，你讲全世界有像我们台湾这样侨委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哦，我看你家己去省，你嘛想无什么国家有啊？是。你还在做比稿？你说北韩跟南韩还稍微可以比较一个什么集权呐、啊封建呐、啊南韩较主流啦，啊、你较早那边古正刚因遐滴个什么的，自由民主台湾啊，甲中共一边来做比稿，那个有反差。嗯，现在比较不容易有反差啦，中国要毕竟也开放啦，啊，所以我看你们这样统战来统战去，到最后啊，咱到底是撒钱撒完以后。拿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效？办这些活动啊，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有点可有可无了。可是呢，我去看了，你们的办了一个招募海外的第二代回台湾呢、啊，看这些活动还蛮抢手嘞。是，那这么抢手以后，我要跟你们提醒一下、哦，我去看你们2016跟2017的行程哦，差不多，拢差不多，蛮抢手。高雄之后呢，你们就把那个整个人拉到台中去，那真远呢，拉到台东。啊，我要想的就是讲，你除了当然这除了爱注意安全以外，我发现一个问题，那为什么16年跟17年，你拢为高雄，他就咻一下就走去到台东去啊？啊，阮屏东是哪敢拢敢浪过是安怎？阮屏东是较歹算哟。啊，你台东较好比我屏东较好算，我都想无呢。有没有谁可以跟我？回答一下，处长，你是不是回答一下为什么把屏东冲？是啊，我每一次我看你冷当呢，啊，去年跟恁上，我是讲啊，他也无玩屏东，是，哎，今年搁跟恁看，搁无玩屏东。报告委员，我们今年的行程准备要出来，那基本上这些青年活动去垦丁的机会非常的多。不啦，我不是讲非常多了、哦，你们要那个规划到底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啊？我这当然是随便看的，看了当然会很不舒服啊。我说：“哎、欸，高雄跳台东还是跟我们屏东玩熟哦？我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啦。你如果说要让这些海外的第二代回来的，你反而是台湾南台湾最有整个观光价值的，就在我屏东呢。是，副委员长干不起来呢？你定来走我去啊？你应该怎样？啊，讲后者恁内底讲敢办呢？讲我们屏东敢难过？无啦，无不是刁工的啦。”这看到雕工啊，连续两档啊，第一档就讲舒服，第二档佫无的时阵，那叫做雕工的。我今年要袂办的啦，我来注意，来改进。啊，这要注意啦，我来改进，来改进，好不好？我来改进了。那另外啊，我会觉得说，我再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侨委会，我看你们的新闻稿上面这样讲说，为与国内跟东南亚台商，要缺工业来对接哈、哦，
您创业的侨生技职班跟海青班这个样，是。当然你们变得现在弄得很多元，我看你们也有电子科啊、资讯科啊、汽车科啊、电子商务，五花八门，弄中无。那你们这个预计，你总是要有一个计划，你要爱多少人？啊，你多少人？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出来？现在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三家市的技职专班还有海青班到底有多少人，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没有限制上限，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各个大专院校都缺学生，少子化嘛，现在缺嘛先缺很多，所以这些大专院校都很希望有东南亚的学生，越多学生来台湾读书越好，那所以我们只有更加倍的努力来去跟各个学校来合作去招生，啊，能招越多越好。然后呢，毕业了以后，然后这些学生毕业，或者说他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呢，是你们怎么安排？课程结束之后跟委员报告，他有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现在这些外国学生读完书可以留在台湾工作，如果有业主需要他们来留，他就可以留下来工作，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等于说把我们训练的这些侨生留在台湾为我们自己所用，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可能他有的侨生就说我不要留在台湾，我要回到他自己的侨居国，那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我们认为说这些人在台湾读过书读那么多年，回到侨居国之后会变成支持台湾的一股力量，因为他了解台湾，认识台湾，他会变成我们等于说类似一种教育输出、政治输出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潜在的效应，他会亲台。那对于我们未来在东南亚国家的人脉，一班几个人？一班几个人？一班，阮即马咪算一班啦吼，即马袂定啦，阮一班袂定啦吼，即马有人系无？我甲看恁遮，我讲啥物咧烘焙，结果恁三个上少，你知毋知？哦，农业是，我甲微软报告吼，我们是规定至少要20个学生才能开班，才补助他开班，你知袂？啊，有的是30个、40个，不一定啊，看他的科系受到学生的欢迎程度到底情况是怎么样而定。哎、欸，政府啊，现在新南向的一个政策是。本席认为啊，你们这个方向其实是对了，是。但问题就是说，你这一些人员招募来了以后，是来参加这一些班级，很多元化，类似于那一种技职的一个专班。对。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刚被老老待完，你不要以为他就可以留下来了。在台湾其实啊，规范呢，对这一些侨生留台工作的规范呢、还是障碍重重。当然，他需要配合我们国家的法令规定。哎，那所以。我倒认为说啊，在与其让他非常多元的时候，也该去看一看，要去注意到啊，真正你开这个班的时候，你马上知影讲，你讲要新南向的，对业真正有欠的。嗯，啊，你比如说他有可能留在台湾的，你讲咱农业嘛，足缺工的啊。我跟委员报告，你只是跟他创一个一班的尔，我都不相信来拢。我秋季班，我来去招这个农业班，我们跟农委会合作。我们会招这个来读农业的这个学生，这个我们也在进行。所以最后啊，给你一个期许啦。是是，其实在立法院里面，大家不认为说我们整个侨委会啊可以发挥多大的一个功能啦、但至少啊，我立马个板哦做旁牌，是是，板哦做老根，是。讲我侨委会可以发挥的功能其实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会有一点不务正业啦，但至少。没有被裁撤以前，或者说没有被啊并到其他的单位之前呢、我反而觉得你应该是在现有的状况里面好好去做一个发挥的，好不好？是，我们都会努力。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好，下一位，请吕玉玲委员咨询。我们等一下，王定宇委员咨询完毕后，我们休息10分钟。谢谢主席，请委员长。委员长，请备询。啊，吕委员长。委员长，我们侨委会的业务，在你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写了很多。是。但是我想问你，我们今年的主要目标规划的业务是什么？我们今年最主要的业务目标就是在这个创新的部分，我们锁定在新南向政策、东南亚这些国家。那么另外我们另外业务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有关改革的部分，我们要持续把它完成，大概就是分这两大块。改革什么？改革就是说我们这个宏观电视要移转到公管集团，文化部公管集团。除了宏观还有什么？另外我们这个华侨会馆我们要交给国有财产署，现在做后续的一些动作在做，这些持续都要完成。另外我们
们这个档案的这个保管的这个建立，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一个适当的场所，我们要把它弄好，然后整个在华侨会馆的档案哦，我们统统要把它搬到这个新的这个馆藏的地方，这些都目前我们要推动的工作。主要业务，侨委会的主要业务，你的革新要变革， 是要改变我们侨委会的主要业务，是但是核心价值，你刚刚跟我讲的这几点，你的核心价值都没有说出来。哦，如果说对不对？我了解你没有核心价值，你怎么去定定你的目标？是你如果有这个方向去改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侨务委员，在我们上期。上个会期的会议里面就有谈到侨务委员，我们要用新的年轻人，才有新的思维，是才有办法有一些变革。所以你现在侨务委员，现在我们的驻外的办事处几乎都只有一个人，这一个人要做很多的工作，分身乏术啊。那所以我们要借重侨务委员，这个侨务委员有老侨。而且年龄也过大，那我们上个会期就特别强调要用新侨，让年轻人青春的活力进来，帮助我们的人力不足，这个侨务人员不足，我们可以借重到我们的侨务委员，甚至侨团侨社这个人脉如何去扩充，尤其是现在大陆啊，这个外交跟我们竞争的非常厉害，他也会抢我们的侨务委员啊，对不对？是，他也会抢我们的新桥、老桥，他都会抢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守城，完全都没有进攻，这样子我们如何去拓展？所以你刚刚讲的，你第一个开张名义的就讲，哦，就是新南向政策，就是上面的老板交代，现在的业务就是全力要新南向，你就赶快的做新南向，新南向家人。嘉惠馆通通可以，那整体的方面你要如何去做，你找到目标了没有？这跟委员报告，因为您刚刚的题目很大，一下子我没办法，就是因为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写了很多啊，是而且教育的学生的那个出国去游学的学生的部分，学生的部分这个是教育部的业务嘛，那你说经济有到国外去创业的，这经济这个经济是经济部的事情嘛，那你是工作的劳动部的事情嘛，你做了很多，这个也做那个也做，结果你的主要业务完全我没有看到你的目标核心在哪里。有了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当然侨委会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目标当然就是服务我们全球的侨胞嘛，这个大的架构之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作为，包括委员刚刚提到的对于侨务荣誉职人员怎么样来运用他们来替我们侨务侨委会一起来协助我们工作，怎么样让荣誉职人员的年轻化，让年轻人能够出头，跟委员报告这些都在我们这个施政的规划里面，我们都已经有想到，只是没有跟委员来做。可是你的业务报告里面都是以前在做的事情啊，新的思维新的改革的我通通都没有看到，因为跟委员报告就是侨委员这一个他是分三梯次来任命嘛，那最近的要重新任命的要等到今年年底啊，等到年底，所以可能下个会期我们就会针对这一部分会跟大院的委员来做报告了啊，这个大概就时间到我们就会提出说明。其实很多工作啊，不是外交部都应该外交部在做的，侨委会就是要协助外交部，因为侨委会是可以跟我们的侨团侨社是民间团体来协助拓展这个民间侨团的一些人脉，而外交部是属于比较官方的，所以委员长您的工作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是是，所以就像现在韩国的台湾有两名女生在那边发生事情，这些事情侨委会你就可以着力啊，这个不是外交部的事情，说家属我找外交部你就推给外交部，所以我这次也没有看到侨委会在这个地方有扮演什么角色。哦，这个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们的在侨委会在韩国有派驻一位侨务组长了哈。那事实上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他有做了哪些协助呢？都有通报回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就会跟外交部，我们部会之间会密切的来合作。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不是通报给你，要这个学生在国外发生，告诉你，
你们就从这边千里迢迢过去做一些救援，你就要动员那边的所有侨团侨社的人脉来协助来帮忙，赶快看要做什么后援的工作， 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这一次在韩国呢，韩国你有发挥吗？这次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海外如果侨社发生了问题，我想我们驻地的大使他一定都会把相关部会的同仁都找来，那个在第一线由大使他就会指挥来调度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相信我们侨务主任都已经在这个里面 在一起协助配合这样子。我现在强调的就是我们都官方有他们官方当地的政府会给我们做一些协助，是，但是不要忽视民间的力量。其实侨团侨社就是我们协助我们的政府跟对方的政府能够有进一步的窗口，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够迅速的协助跟帮忙。所以这个侨团侨社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人脉的拓展是我们要去掌握的。是，但是我们看到委员长你在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你有再说到一个，就是大陆做大陆的，我们做我们的。如果说那边的侨委，或者是说那边侨团要跟我们做朋友的，就跟我们做朋友；不跟我们做朋友的也没关系。我觉得你不够积极呢。这，我想，报告委员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海外这个侨界的生态非常的复杂哈。那每一个侨胞啦，他们有个人的一些想法、个人的意识形态、个人的政治立场，好、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都会尽量的来争取侨胞来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好、哦，来支持我们台湾，这个我们是绝对都努力在做的。但是如果争取到最后，我们发现基本上他有他的一些既定想法的话，那我们也不方便说去再去强力的，或者说很委屈的、很勉强去那个，这个时候基本上很重强力积极，这个要去做的。我们做了。我们现在外交这么困难，跟大陆这么竞争，我们要借由我们的侨团侨社来帮我们发声，是为我们宣传，来认同我们中华民国，认同我们台湾。是。所以不管说是台湾出去的，甚至于大陆的，我们也可以拉拢过来。那边的侨民我们也可以拉拢过来，来支持我们，来帮我们做宣传，这样子的话才是我们侨委会真正的核心的一个力量去发挥的价值。是，这个是有的。所以有跟委员报告，我在政策宣示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只要是认同台湾自由民主台湾、认同中华民国的，这个即使是对岸的新的移民，基本上我们都欢迎跟他们做朋友，我们也鼓励他们到台湾来旅游，来观光。不要忽视了侨团侨社的力量，是民间的力量，真的比政府还大。是，他可以给我们做的各方面的协助是非常多的。是是。那还有，在上个会期啊，我们特别有提到这个宏观，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也有审到这个宏观电视，在明年就要交接给文化部了。是是，对不对？在交接这当中我们还是有编列预算让我们慢慢的交接。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宏观呢、啊、还是墨守成规，还是用新闻的方式在对我们侨界做一个政令宣导啊，办活动也好，都没有办法活泼一点，能够让他们有兴趣。所以就算我们购买了卫星，由卫星去广为让他们可以接受到我们的讯息，但是他们不去点，不去看，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甚至于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一些直播的一些网站嘛，他的直播他的点赞率还比我们宏观还要大。那委员长，我们就算要交接了，你也把做好来才能够交出去，要让文化部或者未来的公司要了解我们现在哪边没有做好，要怎么改进，你才有办法交接给他，才能让他做得更好。不然的话，交接过去还是做不好，未来就被并掉了。是，谢谢委员的指教。事实上我们都还是努力在做了，因为宏观电视基本上所有的节目直播都是委托这个公共电视来直播，所以我们这个下个礼拜还为了这个直播厂商，我们还 要公开按照采购法 来进行。我们这个田务委员长他负责督导宏观电视，他也是经常跟公共电视人开会来注意到他们的节目的品质，这个我们都没有松懈，我们还是持续在做。那委员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多元，现在直接收看都收看得到，所以我在海外的时候也问了很多侨胞的意见，就是说宏观电视到底有没有在看，如果说我们转给这个公共电视的话，然后又透过公共电视用网络直播，这样大家意见怎么样，基本上我们认为侨界的反应都蛮正向的，是，都蛮正向，不要说非常的官司啦，可以用一些民间的方式啊，用这样他们直播的，大家都很喜欢看直播嘛，用直播的方式去点阅，这样子的话宣传才会比较好，效果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们看这个宏观这个电视将来真的会被并掉，那尤其我们的副委员长田秋瑾田副委员长未来要到监察院，将来要好好来监督我们这个委员会哦，该做的业务要做了，不要做一些不是你的业务，做了一大堆，好，这个要非常重视。那尤其我们未来的新南向政策哈，这部分的所有的我们的那个侨委的业务啊，侨委的业务，我们也没有看到你有新的方向哦，也针对只有是教育跟台商跟或者是说一些经济方面，没有让你的主要业务要去拓展，怎么样去让侨界能够帮做了我们的助力去发挥的，这个也要再加强。有好不好，这个谢谢委员提醒的哈，我们马上在三月份我们就会召开亚华年会哈，我们会把亚洲这些侨界的领袖都请回来台湾要开会，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来要来，所以其他部会的业务他们会去做，那我们也是协助你的主要业务，侨务人员的新的年轻人进来，还有我们侨务委员的新的活力要进来，这一方面才有新的思维去改变我们的所有的侨务的会议，是所有的业务，好不好？ 是我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谢谢委员，谢谢。好，下一位，请李孙林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有请我们委员长。好，请委员长备询。李委员长。委员长早。我想新的会期开始呢，在未来的一年，其实我们侨委会还有许多的这个重大任务要继续的进行，是，例如说这个五月即将要举办的这个侨务会议，它是要来搭配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来强化我们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经营，那还有和世界各地的台商侨商联系的等等，其实对于我们侨委会来说都是一个繁重的工作和任务。那在这边我要期许我们委员长在新的一年呢，要继续的用这个新的思维来带领我们侨委会，让我们这个台湾能够在国际上面的这个外交发展能够更加的进一步有个成功的这个成果。是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我想要就我们这个侨委会办理辅导海外华裔青年来台研习的相关活动来请教委员长。是。那我们目前这个侨委会在举办这个海外华裔青年来台的这个相关活动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那第一个就是这个语文研习班，那这个是从1989年就开始办理了，那是有3到4周的课程，能够让这个海外的青年学习华语文还有文化的课程。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英语服务营，那这个英语服务营的时间大概有4周的时间，那让这个海外青年能够在这4周当中可以上这个英文教学训练的课程，那再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偏乡的国中小学来从事英语教育服务。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台湾观摩团，这是让15岁到25岁的这个海外华裔青年能够到台湾各地来做参访，增进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那最后就是来搭配我们新南向政策来增加的这个东南亚华裔青年学习体验营。那这个体验营除了是让这个华裔的东南亚的华裔青年来增加对于台湾的了解，那同时也体验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技职课程，来增加我们这个对于东南亚的学生的一个侨生的一个招生的部分。
那我想这些活动的目的呢，其实都是要增加我们海外华裔青年对于台湾的认识以及认同。那进一步的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透过他们的力量，未来在他们的这个侨居国里面能够成为一股对于我们台湾一个友好的力量。那这个其实不仅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活动，其实这个也可以视为就是我们对于台湾未来和这些国家在外交上面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些活动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比较长远的这个眼光 来看检视这些活动。所以我想要请教委员长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办了这些活动这么久了，具体来说你觉得说这些活动的这个效益如何？那我们是不是有后续的来追踪这些学员他们到了这个侨居国的一个发展呢？是，谢谢委员这个提出这个宝贵的这个指教哈。这个有关这个海外华裔青年各个营队哈，对，大概每一年我们回来的全世界回来的这些华侨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孩，大概加起来有大概2000多个学年轻学生了哈，2000多名，哎，2000多个学生了哈。那就是因为已经这些活动的，像语文研习班，从1989年就办到现在，已经都20几年了嘛哈。那就是因为办的这个活动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的侨胞的家长哦，大家都很喜欢，就是说送他们的小孩子回来台湾来参与这些班别哈。那这些班别回来之后，一方面让这些年轻的二代、三代的我们华侨子弟能够学语文哈，另外也认识台湾。对啊，因为他们对台湾都很陌生哦，回来之后，就还蛮喜欢台湾的哈，啊，有的就甚至会回来台湾读大学了哈。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动。那观摩团也是一样哈。那这些小孩子回到海外之后呢，他们就加入我们在海外，我们就有海外华裔青年志工团 FASCA 哈。那他们就会加入到这些志工团。那这些志工团以后就跟我们的侨社办活动啦，我们的侨团就成为我们侨团未来年轻的力量。对，就让我们的侨团的经营会永续，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有少部分的这些这个参加这些团队的年轻人，现在有的都已经变成美国这个一些市的市议员，甚至州政府的众议员都有。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也培养他们对认识台湾，对台湾很友好，支持台湾这样未来的一股力量。对，所以委员长，我们在举办这些活动其实有它的效益存在，因为我们其实每年花了这个1-2千万来举办这些活动。那我想这个我们时代也是这个与时俱进嘛，那我认为说现在的活动这个观摩团的活动应该可以再做个调整。是，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湾观摩团的行程表，就是这些学员呢他们来到台湾总共了20多天，但是在这个行程的安排当中呢，有很多都是来参观我们台湾各地的这个有名的观光景点，例如说日月潭啊、高雄梦时代等等。那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让这些海外的年轻人来到台湾可以认识我们台湾各地的这个风光，我觉得是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在这个活动安排上面呢，能够再更加的强化他们对于台湾的认识，那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未来在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知台友台这个部分呢能够更加的帮助。例如说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行程里面增加对于我们台湾民主政治的了解，包含说我们过去这个从威权走向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那例如说也可以来到我们立法院来参访，那来安排我们可能很多委员或者是说这个政府官员来跟他们座谈，向这些学员来分享我们台湾这个民主的进程。那或者是说可以和这些学员呢来分享我们这个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成果，那来参访我们这个高科技的产业呢，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部会的这个发展过程。那我相信这些行程呢其实能够更加的增加我们这些参加的学员对于台湾的印象。那所以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委员长来做个参考，是不是能够适度的加入我们这些活动，那让这些活动能够参访团能够这个活动的内容可以更加的有深度，那是真正的能够认识台湾。是，我完全同意委员的这个刚刚的这个看法哈，因为我们侨委会也的确就是希望在这个短短的21天或者甚至2个礼拜14天里面，让这些海外华裔青年他们第一次回到台湾，
尽量把东西要塞给他们哈。对，那可以看的东西真的是很多。所以呢，刚刚委员所讲到的各个领域了哈，我没有想到说，可以带他们来立法院哈。通常大概就是比较侨胞第一代的，他们都会来立法院拜会。那这些年轻人，如果说我觉得应该让他来看看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以后我想我们可以来配合来安排哈，甚至来拜会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呐、啊、等等哈，让委员们来跟他们讲话哈，鼓励他们一下。那另外事实上我们也让他们看一些跟台湾有密切发展关系的一些东西，譬如说看见台湾这部电影啊，让他们了解台湾的一些情况，还有台湾的生态的保护，譬如说老鹰响飞啦哦这种电影。另外民主政治，如果他们到宜兰去的话，我们就会带他们去看宜兰的那个郑南榕的那个慈林这个文化馆基金会哦，都会让他们去了解哈、哦，这个我们都有放在心里面。另外，我们还带他们去看电动玩具哈、哦，因为台湾的电竞哎，对，台湾电竞发展算是蛮先进的哈、哦。我们也会带他们去看，对哦，让他们就是说，哎，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台湾很棒，他们想要再回来哦，这些我们都有安排这样子、哎，那我们会再强化这个咨询，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委员长有把这个观摩团再进一步的如何深化这个问题是有放在心上的，是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委员长再继续的做一个加强努力。好那再来就是想要请教委员长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每年侨委会和外交部都还有客委会都会共同举办的这个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那我想请问委员长的部分就是说您认为这个营队办理的成效如何呢？那有没有在这个办理这个营队的部分上面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那大约每年都有多少人来做报名？是这个英语服务营哈，这是一个四个礼拜的一个 program 哈、嗯、那得到很多学生哈，尤其是国中生哈跟小学生他们的欢迎、啊嗯、那我们要很谢谢在这一块，我们要谢谢教育部透过他的系统来请相关的一些国中啊小学的校长来偏乡地区来出来一起来合作了。当然我们希望如果说以后这种愿意出来合作的学校越多哈，我们这个可以办得更规模更多更大一点了哈。对，能够办得更大一点。那四个礼拜的英文服务，让我们很多我们的小学生跟国中生哦，他们本来都不敢开口讲英文的哈。对。那因为跟这些华裔子弟哈，嗯，这样这四个礼拜这样交流下来之后，我们同学就开始敢讲英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同时我们这些英语服务营的这个华侨子弟哈，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哈，那他们也了解到我们台湾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有少部分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想要回台湾来教英文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也期望就是说，我们委员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学校的校长哈，他们一起来参与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想我们侨委会都很乐意跟他们来配合。所以我们每年这个侨委会有多少的就是举办这样的活动，那有多少的全台有多少的学校会来做与参与这样的部分呢？大概每一年有像去年来讲有900多个海外的华裔子弟来报名，那我们录取了450个人，录取了450，大概只有50%的这个录取率这样子。所以还有很多华侨子弟他们就说阿联博来做科学的，对哦，对。那现在是问题出的问题，就是说国内配合的学校愿意利用暑假来接待这些海外华裔青年，学校数不足、哎，不足。所以我们是希望教育部能够多鼓励这些偏乡的学校来办这样的活动。那这样的不足的部分，是因为宣传不够呢，还是说他们的意愿不高？因为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跟教育部来做个讨论？是，我想这个我们要来跟教育部好好交换一下意见，因为有些学校哈，他们这个主事者，他们可能放暑假了，他们可能说他们人力不够啦，有的说他们放暑假了，他们
感觉就是说这个能够 不要办这个班，他们会减轻一些工作负担，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考量等等啊，哈，那我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要来跟教育部再来交换一下意见，好，哦，多鼓励一些偏乡的学校来办，这对小孩子是好的。对，我想这个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利益良善的，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偏乡教育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们能够在英语部分能够做个加强。那其实在对于我们这个教育部在推动的这个偏乡教育法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委员长可以跟这个教育部长来做一个沟通，那如何来提供由这个教育部来提供诱因，让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偏乡地区的小中小学能够愿意来参与我们这个 program， 就是我希望说委员长在这个部分要继续的做努力。好，好吗？谢谢委员的指教，也请委员长这个部分能够提供详细的资料给我。 好， 好，谢谢，也请委员给我们支持。 好，委员长加油。谢谢委员，谢谢。下一位请王定宇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要先麻烦田秋瑾副委员长。请田副委员长。那个委员长你先坐，待会还是由你。副委员长好。嗨，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是。那先祝你们跟在场所有女性三八妇女节快乐，谢谢。那你在侨委会服务到现在也将近快一年的时间，还不到。那因为你这一次被提名当监委，那这个礼拜五跟接下来的时间会来处理监委提名啦、同意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先请你上来，因为你原来的专长完全不是在侨务，你原来专注的是台湾的环保环境跟一些土地正义的事情，能源转型。因为妇女节，我好你几分钟了。在侨委会这段时间，你对侨委会的观察啊，这个组织这个单位，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有人认为应该并到外交部做侨务司，有人认为说这个单位像盲肠，那有人认为这单位可以整合侨界的力量，对国家帮助很大哈。你一个算是侨委会的过客哈，侨委会常任的是坐在那边的，你跟委员长两位其实都是过客哈，你怎么观察侨委会？我进侨委会大概才两三个星期，我回家就跟我先生讲了一个心中非常真实的想法。我说侨委会根本做的是实质外交的工作。委员长常说你公开没来说，你就说务实外交就好，不对外交部拍谁。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的外交部官员都很优秀也很认真，问题是我们现在国家处境非常特别，所以事实上我们侨委会在这个侨胞，我们的侨胞等于是用他们的人脉，他们累积起来的经济能量在支持我们国家的，真的是实质外交。这其实是非官方管道的外交。对对，我们也只能够靠过非，现在非官方的管道比官方管道还管用。那侨委会刚刚好几十年来累积的都在这方面，今天为国家所用。那我是觉得说，今天如果侨委会跟外交部合并的话，反而寸步难行。那我的意思是说，而且侨委会还有侨教，还有侨生政策，像我们今天新南向，像这些这个几 十几万的这些侨生都成为我们新南向的这个基础。副院长，我是觉得你讨价评给，我觉得对侨委会所有的同仁算是一个很好的肯定。侨委会的预算其实不多了，是那涵盖的范围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重要的一环，定位跟心里面那一块非常重要，到底是在帮谁服务，为谁努力。那你们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离开现在这个位置？总统府有跟我们谈到说，他们拜访过苏家全院长，可能要等我们总咨询完了，才能够开始启动这个审查。对啊，但是你也起被单告审查资格开始之后，还是之前？对，大概两个月，要等两个月，两个月之后，整个立法院对于这个监察委员的审查，包括投票都告一段落了，通过了之后，那才有办法进行这个我最好是就职。大概立法院很少人知道说我在立法院的房间是接你的房间的。哦，对 对， 对，所以谢谢。我是基台，你在侨委会接下来最后这一段时间，
可以把一些对台湾的认知想法，多交流多沟通，因为既然你觉得侨委会重要，我们就要让这重要的机关是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而服务。德祥，我现在请委员长，谢谢。谢谢。委员长备询。王委员好。来，委员长。是。我们现在海外信保基金在105年度，根据你的报告里面有开办新南向专案融资信用保证专案。是。那我们的信保基金呢，在中央的支持下面，这个大概也要筹措政府的捐赠，加上银行的募款，是大概要增加20亿，所以达到净值规模30亿新台币，是。那你们的对象是针对东协、南亚、纽澳等18国的侨台商事业。第一个，因为你们每一户，大概每一个可以贷款的额度已经从150万美金拉高到200万美金，大概6000万台币，是。那这因为是信保，等于是你们在担保，由银行的放贷。我第一个请问，我帮，因为很多人在好奇这一块，因为现在新南向呢具体的部分还没有很明显。我先举一个例子，比方台湾的生意人，台湾的中小企业主，他现在要去马来西亚开店投资，符不符合你们侨台商事业的这个信保贷款的对象，还是他要走我们台湾中小企业贷款这一块？跟委员报告，我是不是请我们信保的林董事长来回应？是，报告委员，就是说您所垂询的台湾的中小企业要去海外投资，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融资保证这一块？就是说，如果他去不管是东南亚或是全世界各地，他去当地开设公司，有做公司的设立登记的话，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的中小企业配合政府的新南向，不管到澳洲、纽西兰、印度、南亚嘛，或东南亚等国家，他只要在当地设立公司营业登记，他就可以寻我们侨委会这个海外信保基金来寻求最高额度200万美金的贷款。是，新南向国家是200万，其他国家是150万。所以所有的风险信用的考评都是我们这个基金这边负责来审核，审核完再由银行做第二次把关嘛，跟原来一样。跟委员报告，是跟原来一样，但是是银行，因为银行的接触客户是最直接的，所以银行做第一道的审核，我们做第二道的审核。因为本席在去年曾经问过这信保基金风险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纳税人的钱，鼓励国家政策的时候，31亿其实不多了，如果到海外去投资的话不多。但在放贷的过程当中，在风险的控管上，我是觉得银行可以去审查这些人的资格，然后侨委会相关的单位退到第二线，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然后让风险去让银行去承担，而不是国家来承担这个部分。那目前我们20亿里面有12亿是政府挹注，有8亿是协调民间银行跟公股银行来捐助，我看你们计划里面说有4.5亿是由财政部规划公营银行来捐款，目前这个募资的过程顺不顺利？是跟委员报告，就是承蒙财政部徐部长很大力的帮忙，公股银行的部分他们是要分3年捐4.5亿，那目前已经有第一年的进来了没？对，第一年已经进来了。第一年进来了嘛？对对，是顺利的。那其他民间银行的捐款呢？民间银行、民营银行的，因为比较没有强制的效力，因为那是由金管会统筹劝导嘛。因为那一块就占了，如果八扣掉4.5，那一块大概有3.5亿的额度嘛。是我们要请国内的民营银行捐款的是2.4亿，因为是按照使用比例是2.4亿。那2.4亿到目前为止达成多少？目前是已经有一家银行捐了1000万了，那还有几家银行？这哪一家银行你要讲出来，这样才有奖励的措施啊！是我们玉山银行。玉山银行捐了1000万，对，那还也有几家银行还在作业当中。所以其他银行目前为止并没有正式的捐款进来，还没。目前民间的民营银行只有玉山银行捐了1000万，是。那玉山银行很好啊，这个我们公开讲没有关系，因为他这是捐款帮助我们新南向的这个信保基金嘛，那其他银行今天没有被念到名字补捐的话，你下次提醒我，我再问你。那如果在当地的侨商可不可以贷款？
侨商也是可以的，就他只要是在当地登记的，不管 对，那不管他有没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不一定需要，但是他必须不管是侨商或台商，他持有那个公司的比例必须要50%以上的持股，要控制50%以上，然后这个人至少要认定是具有我们侨胞的资格，对，否则他跟外商就一样了嘛。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这几年，因为去年我看了你们放贷哈，这个呆账的部分收不回来的部分。那我知道你们有很努力在催了哈，你们还找了律师，现在呆账比例有没有往下掉？跟委员报告，我们这几年其实呆账的收回的情形绩效还不错，像我们去年是收了2200万回来，台币还美金？对，台币，对台币对，所以我们的收回的比例差不多有16.53%，对，跟其他。你收回2000多万台币，占了16%，对，所以大概还有8-9千万还没有收回来。不是，我是说是去年单一年是2000多万，对，但是以历年累计的话，我们收回的话是600多万。那现在代收的金额有多少？代催收的金额，现在我们的呆账是有9亿多，还有9亿多嘛？哈，这个还是要努力。我希望你们每一年哈。不管是我们第一会期或到第二预算会期的时候，你们催收的那个整个成果要让我们看到，是哦，这个我们要随时来看，因为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哈、哦。是，好，你请回哈、哦。那接下来我要请教那个委员长哈、哦，是那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现在侨务委员还是要具备我国国籍嘛？对，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他的定位还是属于公职人员。也不算公职人员，但是是应该就是说他就是因为认为他是公职哦，才会要求他又要具备我国国籍哦。这个在国籍法里面是这样写的、哦，算公职吗？算不算公职人员？因为这个其实每隔几年在侨界就会有人提，是有的没有台湾的国籍想当侨务委员的，就会说这个不必要哈、哦。不过我是觉得应该要有我国国籍啦哈、哦。所以我侨委会的侨务委员算不算公职人员？主秘。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他是从广义的依法令从事公务的角度，而且在我们的组织法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衔在那个地方，所以从广义的解释，大法官会议的解释里面解释他是有公职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他是具备公职身份的任命、啊、是，但是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个荣誉职哈，又没有支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费用，无给职的这种费用，所以他基本上又不具备有公职这样的一个整个实质的内涵。把他形容的很像谁，你知道吗？像里长。就是类似这种性质，不过我要提醒，就是说，因为他具备我国国籍才能任命侨务委员，这个大概是一个基本原则。但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他是广义的具备公职任命的性质的人员的时候，其实我们侨务委员有些行为哈，不小心会踩到红线。我刚才为什么讲里长不是开玩笑？我们里长没有薪水哦，里长他的叫做业务费。里长呢，我们最近才刚修了法。有一个南投里长去，因为洪灾嘛，去巡山，快被水冲走过世了。竟然说他不是公务人员，几十万就要解决了。可是里长哈、哦、叫人家来割草，3天的工，他把1天的工省下来，想说以后再用，被判了3年半。根据公务人员服务法，认为他是贪渎。所以我用这个例子，为什么？因为我看每一年几年都会有谈到这个问题哈、哦。我们侨务委员当然是荣誉职，可他对侨委会是一个重要的任命。所以他如果是有广义的公职身份的时候，有一些行为我们就要协助他，让他认知，是不要让他不知道而不小心被人陷害啊，踩到红线啊，这个本席在这边提醒这个事情是、哦、那这个原则要守住，因为一直有人建议把侨务委员，因为既然是荣誉职，把他脱离公职任命的一个范围，我觉得那是不妥的、哦、那我们其他的像咨询委员啊，其他的这些职务就没有不算了嘛？没有，那就不算，那就不算了。好、哦哎，好，那你们两位请回啊。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是我们在旧金山华侨总在中华总会馆是、哦，我们那天也沟通这个事情。是，哦、我已经大概问了大概第4、第5次了、哦、是，中华总会馆目前诉讼的状态是暂时休兵。现在对方在上诉。有提出了吗？他们提出了，提出上诉了。是，那我们侨委会的态度是要陪他上诉，还是我们就停着？我们应诉，我们就是还是要上诉，我们也陪他上诉。我是觉得一方面在法律上第一次判决对我们有利，是中华总会馆把台湾的国旗把它撤掉之后，当然五星旗还没有进来。对，那第一次的裁判是认为他程序上
他那个 due process 有问题，对，所以重来。他如果在他 board member 里面走合理的程序，我们不见得乐观了哈。是，所以我本席那边是鼓励侨委会，除了在司法上的应处以外，毕竟有些人还是有些感情的，是跟我们沟通看看，能不能采取对我们国家尊严比较有利的方式来做处理跟收尾。是，好，这个。这个部分让你参考，我们也希望下一次来问的时候能够听到一个新的进度。那谢谢招委，谢谢各位。好，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啊，谢谢。我们先休息十分钟。今天没有来。
Thank you.
其实分的时候根本都没有啊，大部分人问的大部分都那些。
好，我们继续开会。哦，这样子啊。好。好，下一位徐玉仁委员，好，徐玉仁不在，我们接下来请吴坤玉委员咨询。啊，主席哈，各位先进大家早啊，有请啊。委员长吼，吴委员长，好，我们请委员长跟副委员长备询。委员长而已，嘿，吴委员长，副委员长不用是不是？嘿，好好。啊，一万定高炸哈，我想委员长，嘿，但这个侨委会的主委万定我在辛苦了，过去现在的机场哈，各地拢现在拄着你哈，我做空中飞人哈啊。安尼飞来飞去真辛苦，是，但是吼，咱这个辛苦吼，嘛爱有价值啦吼，是。所以我首先要请教讲，委员长吼，咱侨委会含外交部这个代表处啊，就讲驻馆、驻当地的大使，这个功能有什么差别不？嗯，就是安尼吼，就是说这一个我讲国语可以啦哈，好。就是说这个外交部跟这个侨委会，我们的工作是有分工的。那么在外馆是大家统一这个一起上班哈。那每个部会都有派驻他的人员啊，侨委会有侨务人员，那教育部有教务组的人员，然后文化部有文化部的人，科技部有科技部的人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侨委会的工作重点就是在侨务这一块，跟侨界有密切的互动和提供服务。那外交部他们是做他们的外交，是针对当地主流社会的人，还有一些领务签证，他们在做这一块工作，所以基本上没有重叠。没重叠嘛，因为现在台湾咱知影讲有邦交、邦交的国家真少，较少啦。是是。啊，这些主要的国家，尤其一寡大国，咱其实拢现在透过多元化的外交啦，好，多管道啦，好，多管道。其实咱啊，侨胞的。经侨胞来做这个外交官的嘛，最重要。所以我相信，咱也对咱的侨胞的服务较好。其实我是有帮咱国家咧做外交官的，但咱即摆咧推上这个侨胞这种工作哈，照顾侨民的工作，唔知有甚物困难无？我甲委员报告吼，就是讲为五二零来吼，到即摆吼，我。新冠来威啦吼，我都爱借这个机会，甲咱所有全球的侨胞吼，爱感谢多谢啦吼。这部分传统侨社是咱的代侨吼，我爱多谢大家啦吼。因为你不管，譬如讲总统出国去两边啦嘛吼，不管是咱的侨宴还是贵庆吼，我咱的侨胞大安尼吼，无分老侨新侨吼，哪的绿的吼，大拢来欢迎吼，啊侨宴大来吼、哦，来欢迎总统，我是感觉我真感动啦吼、哦。啊，我家己出去访问，甲阮副院长，我分头去走吼、哦。啊，侨胞安尼透早啦，无三更半夜的机场，甲阮迎接，甲阮相送吼。我感觉真感动，真温暖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我真多谢咱的侨胞，全世界吼，啊，甲政府支持，甲咱安尼支持安尼。当然，几下问题啦，第一就是讲吼，因为我要请教就讲咱五二空。吼、哦，去年我去控了后，伫这个侨胞吼，像伫美国还是讲各国对咱的支持，因为我较了解是美国吼，我伫美国那大便当嘛吼、哦，就感觉讲无同款的组织形态，吼、哦、啊认同也无啥同款，是。但是这个物件，这个对台湾的认同支持，伫我去控以后，跟我去控以前。有什么差别无？有什么变化？可能委员你的意思是讲，可能咱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这部分啦，吼，
绿营的支持者这部分啦吼。因为绿营的支持者这部分，我也了解的讲，哈在国民党在执政的时阵，当然伊是甲政府保持一个距离。尤其老桥嘛吼，可能较重视对老桥较下较一功夫。对。这边即摆老桥对于咱来讲有较有咱政权交接了后有变化无？我新桥这个台湾出来的人吼，可能较袂啦，较袂变化，但老桥这方面唔知有甚变化。到目前为止吼，咱传统桥社吼，老桥对咱新政府的支持哦，又在同款啦，吼，无虾米大的改变吼，这点我感觉真多谢因啦吼，因为感觉讲一个理念的支持，感觉讲咱得伫台湾，咱自由民主嘛吼，啊，国父孙中山的迄个三民主义的迄种理想，因认同嘛，啊，所以甲咱支持安尼，我是感觉真多谢因啦，好是，啊，新桥这边吼，因为我知影讲，像讲以台湾。东乡会来讲，有台湾东乡联谊会，甲东乡台湾东乡会嘛，是。即马之间内底唔知道有个什么矛盾存在无？啊，即马是安尼，即台湾东乡联谊会基本上在较早国民党因扩起来一个社团啦吼，啊，大桥家因的扩一个台湾东乡会啦吼，啊，所以咱。伫桥下咧大，然后怎样讲听你名，怎样讲啊？这是蓝营的啊，这是绿营的啦哈。啊，我是感觉较欣慰的，伊讲我是感觉讲，去年五二零到今嘛吼，因为咱一直来鼓励咱卖分蓝绿、卖分东派台来支持政府、支持台湾嘛吼，支持中华民国。所以咧，我是感觉这几个月吼，我伫外口咧走，感觉讲哎，因拢会当斗阵做伙吼，会当做伙食饭，做伙办活动吼，啊，做伙来支持政府，啊，我们来甲因鼓励讲大家团结啦，因为咱台湾无分裂的本钱嘛，哦，咱大家一定要靠起来，所以即马是为这个方向在进行，我是感觉真难能可贵啦。我发现真好啦，因为过去我二十当年伫美国都发现讲，这有分别啦，做明显的分别吼，啊，过去东乡会当然就支持台湾，但是过去台湾东乡联谊会。对这方面较无遐尼了解啦，吼。是是。我咧感觉讲，哎，当吼，伫咱即卖变化，当大家会当阁坐落来讲，会当来支持台湾，我嘛咧做好个啦。是。感谢委员长，吼。是是，多谢。好，啊，当然即卖因为咱政府要杀南向政策嘛。是是。好，但是感觉讲，咱知影讲，当然嘛，阿即几讲吼，政治国家嘛最重要，咱台商嘛未少，但是多数即卖嘛拢靠代表处，吼，因为咱。啊，做侨委会派出的人较点有较少，这方面唔才有机会安怎来改善，来帮助咱伫东南亚的台商无？哦，是，我甲委员报告吼，针对新南向政策吼，侨委会有增加人手啊吼。即马来讲，阮胡志明市吼，即马本来是一个嘛吼，啊，即马要佫加一个，比较两个，因为胡志明市伊个。关掉迄个柬埔寨嘛，对对对，啊柬埔寨咱无代表处理下嘛吼，所以得爱为胡志明家去服务咱的台商嘛吼，所以我遐加一个人吼，啊河内，阮进前也无派人吼，啊即马外交部也同意阮加一个人吼，所以河内会加一个人吼，啊可能这两个人差不多五月六月左右就会到会就任啦吼，啊河内这个同事伊可能还佫兼管这个辽国。哦，隔壁瓜辽国，辽国还有咱台商差不多百外人，是是是，啊，所以讲咱河内这个同事吼，伊得爱去吼服务咱的辽国的侨胞加北越吼，北越加咱的台商加侨胞啦吼，是是，啊，另外这个缅甸吼，缅甸我加一个。哦、啊，派一个咱的侨务秘书过去啊，今年二月十五号就任哦，啊，即马过去啊，所以对未来咱缅甸的工作吼，交、哦、有即块有真大的帮助吼。啊，另外泗水吼，我那按说要加一个人，是是啊，即马问题就讲泗水因为是印尼嘛吼，啊，印尼啦，伊甲咱的外交部即马针对咱派出去人的名额总数。即马紧绷啊！哦，是是，紧绷啊，无人啊，哎，紧绷啊，所以即马得爱去拜托外交部吼，来继续甲印尼政府吼来谈判，看下咱个增加名额面，然后有增加名额出来，阮泗水，阮得派一个侨务秘书过去。安尼，我嘛即真重要，因为泗水吼，确实咱台商未少啦。是啊，是啊。啊，这样加一个啊，做服务人员底下吼，对咱台商确实较有帮助啦。对，当然就是讲咱要做南向政策嘛，吼啊边啊。了解咱的台商的需求啦，吼。是啊，当然讲像过去咱吼，去年发生台塑钢铁伫越南去用发五亿美金的代志，这方面咱侨务这边才唔知做一个了解，啊啊做
要怎来帮助这些台商来克服因面对的困难无？是是是，我甲委员报告吼，其实阮侨委会伫阮侨委会这个辅导哦吼，来之下吼，过去吼，二三十年来吼，咱全世界咱整个这台商的系统吼，真健全啦吼，的每一个国家拢有这个国家的台湾商会吼，啊，即马每一个州。有每一个州的台商总会，啊，结果搞一个全世界台商总会，啊，委员可能知影这个架构啊，吼，啊，所以呢，阮在地这个咱的交务秘书也好啦，吼，也是咱的外管的馆长也好，拢会定期不定期的跟咱的台商会吼，拢会坐谈嘛，哎，了解因需要啥物吼，啊，因每一周开酒会时，我也是阮的副院长，阮都会亲身去参加，会跟因有互动吼，啊，世界台商总会起码伫台北。北边路，北边路，因为一个永久的一个会馆伫遮，所以阮也甲因拢保持密切的联系吼，看有啥物需要，拢一定会来甲你帮助嘛咧，但是这个物件就是吼，咱来真正爱去了解较详细啦吼，因为像讲去年十二月七，咱伫越南嘛有吼拄着嘛吼，是，我有问啊，这越南的台商，因为讲因对越南未来的环境保护这个工作。是，因真担心、真烦恼，吼，就讲因未来，因为像台商更提用发展的侪钱嘛，对，台商吼其实不一定会砍你啦，不一定特定台商的企业会砍你安尼发，所以呢真烦恼，吼，啊，因的标准阁设个真严，交德国变严嘞，啊，但是因当然一番吼，有滴话弹性啦，吼，有弹性，啊，这物件咱唔知有机会安怎来帮助因克服这困难无？是，我甲委员报告吼，其实你也了解十二月，咱拢伫越南有协助嘛吼，啊，越南政府啊，对我去也真重视，相当的官员为迄个北平河内啊，都来甲阮见面嘛吼，秘密会议啦吼，当然因也欢迎讲，就讲叫咱政府爱呼吁吼，咱的台商吼，会当来注意这个环保的问题吼，啊，会当来改善这个环保的问题。啊，我这个问题我私下有甲咱的商会、咱的家属的领导人来甲因讲，商会会长了吼，就讲咱伫人的。卡达人的这个土地顶管吼，啊，那么呢尽量来配合人的国家的这个环保政策吼，啊，来注意这个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对于咱这个住处吼，咱的处长吼，我来给因拜托来讲吼，啊，尽量爱跟越南政府官员吼爱沟通了吼，啊，万一若讲有啥物代志发生吼，尽量卖对咱的台商吼，啊，小过迄个讲吼，安尼手。政策上还手段上较强了吼，尽量会当啦用这个会当安尼体谅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就讲我感觉环保这个问题，讲咱台商家己咱有哪重视啦吼。啊，另外外交这方面呢，因啊，甲因的政府讲话好，尽量对咱台商会当稍微尊重一下，别安尼，嘿，大家来拍拼。咱未来吼，咱在地诶驻外人员吼，会当加了解一下，讲因咱台湾伫这方面环保科技产业拢做啊真好嘛。是。咱安怎引进咱台湾吼的力量、产业的科技的发展，来帮助咱台商，其实这嘛一个解决的方式。对，是未来咱会当驻外人员会当加了解这企业的需求，咱会当引进咱台湾。吼，咱像讲台商人，像咱伫外口的囡仔嘛，吼，啊，咱父母伫厝里应该帮助咱伫外口咧拍拼的囡仔较对咧。是。我的教委员的这个支持，未来我来重视这个吼。好，过来就是讲啊，最起码。咱出去一寡吼，比咱发展无遐尼紧的国家，初期去技术啊，成本会较俗，大家可能去投资。但是慢慢这个国家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因的技术甲成本慢慢拢提悬，吼，但变来帮助咱台商有机会底下落土生根，吼，啊，唔通做游牧民族吼，啊，四个当然伊能去过去投资，但是伫在地的。厂嘛，应该阁继续维持，有机会吼来帮助咱台商重视起吼社会企业责任，啊，提升技术，增加伊个竞争力，卖做吼做这种所谓啊，这企业游牧民族啊。是，这我也来努力了吼，来尽量来甲台商来甲人辅导吼，啊来甲培训吼，来增加因的一寡这个企业经营的竞争力吼，啊来。关心因吼，譬如讲，伊若需要资金来讲安怎吼，啊，侨委会海外信保基金来当提供来服务吼，啊，各方面我来加强安尼。我是建议注意着讲，吼，除了咱提供资金外，但技术吼，也是
迄个新的专利等等吼，其实国内拢做好发展嘛，各方面的新技术的发展，咱国内嘛会当吼，加了解咱国内新的发展，啊，引进可以交咱的台商多交流，啊，台商知影讲，伊这个类似的产品，咱的技术进步较大，吼，啊，让伊带出去，其实增加竞竞争咱的提升，吼，这方面其实咱嘛爱来增加咱国内的相关的研究单位交台商的交流。好，咱的台商伫在地当落地先进，好，好，好，我来努力，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下一位，请蔡思应委员。主席能不能请我们委员长就备询台？蔡委员好，好，委员长早安吼。这个这一次也是这个会期委员长第一次到我们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嘛，是是。那我想说，就几件事情，首先来肯定一下我们委员长一下吼。这个是我们委员侨委会新的一个网站嘛。没错嘛，那我记得 我看了一下这整个网站的内容的丰富程度，比起过去来讲，我认为是进步非常的多哈。过去侨委会的网站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官方样板的一个网站，跟国人或者跟我们海外的侨民的那种亲近度不会觉得这么高哈。那我现在看到我们新的侨委员会的网站里面，事实上对于海外的服务或者一些等等方面，我看到他是有许多的进步，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也特别向我们所有侨委会在做这件事情的同仁们给予他们鼓励，是做得还不错。那尤其是我看到后来你们的海外服务据点或者一些活动的社团的名的内容，你们也都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去，我想这也是需要的，这也是需要的，那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有相关的活动讯息。那我希望这活动未来能够提早放，而不是等活动结束再发个新闻稿。我认为这样就对有整个侨委会跟我们一般的海外的侨民的互动，我认为会更方便。我只很好奇说，我们现在的侨委会的网站有 哪几个语言版本、啊、我们现在总共有几个版本？现在就是中英两个版本。中文跟英文两个。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比如像日文啊，或者我们其他西班牙语啦、啊、等等的，这有没有可能再增加上去、啊？跟委员报告，首先我要谢谢委员刚刚提到这个网站了、啊。事实上，这个网站的改版还有整个内容的重启，我要谢谢蔡委员您本人哈、啊，因为您我记得上个会期您的指教哈、啊，那我们就照了委员的建议，我们同仁很努力的就把它做一个改版哈、啊。我想这个是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哈、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曾经思考过，就是说侨委会的网站需不需要多语版哈、啊？当然，就是说也牵涉到成本效益的问题啊，就是说当然中文跟英文是最多人在使用了，那另外还有小语种啊，包括你说日文版、韩文版、这个越南文版等等版，那这些版本就是说会不会增加，就是使用人多不多，然后会不会增加整个成本，这个我们也在评估。那现阶段基本上我们认为说中文版跟英文版应该是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英文中文版目前的浏览量，比如说以每个月来讲，大概或者是每日有多少浏览量啊，英语版大概有多少浏览量，是这个我们请这个资讯室主任看、有数据吗？大概知道一下。是资讯室主任白中光报告，那个我们中文版的那个网站呢，每一天的流量大概接近大概50,000人次。那英文版呢？英文版的话，它是现在目前来讲统计上来讲的话，英文版的话大概10,000到20,000人次，所以英文版也蛮高的喽，对对对，接近1/3到1/4。那我讲这个是给你们做参考了，因为我觉得说多语系的，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的侨民二代对中文的理解度好像不是很好，也许需要一些当地语文的理解度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接下来可能就比较关心我们这个副委员长的人事的案子。这个副委员长，有没有麻烦也请您一起上一下这个备询台，不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副委员长表现很优秀，所以我们总统特别知情，就是邀请您来担任监察委员嘛，吼。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田副委员长，你要不要先简单说一下，在这几个月担任侨委会，你的感想是怎么样？我觉得侨委会的工作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认为幸亏侨委会没有并入外交部，
因为我们的国家处境真的是太特别了，嗯，我们的外交官员非常优秀也非常努力，嗯，但问题是拿着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名片，嗯，他前脚走出去，就有人拿着棍子在打他们。 okay，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立法院这个同意权行使过之后，你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有担任过侨委员会背景的监察委员，应该是嘛？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那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哈，大家就说，那您因为你现在是兼任侨委会副委员长嘛，哈，所以你是等到就任后才辞职，还是说你现阶段就会可能先辞职，还是怎么样？应该是等立法院的整个审查通过、投票通过之后再辞职，因为那可能就这个月就要决定了。总统府那天有稍微跟我们讲说，他们有跟苏院长沟通过，可能要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嘛，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委员长哈，就是我们侨委会就一个委员长，两位副委员长嘛，对不对？还是三位？两位嘛，哈。两位副委员。那如果我们田秋瑾副委员长现在在忙着这个监察委员同意权的行使，那我想我们的继任人选有没有准备好了？我想这个问题哈，我们侨委会都尊重上面长官的安排。对，那有名单的吗？我的了解我不是很清楚哦，所以还不知道，是知道不能讲还是不知道？你看你一点害臊是知道，但是不能说，还是说都还不知道？我真的不太了解，因为我怎么听说你已经知道了？奇怪了，两天前我也见到总统哦，是，我也亲自跟他请教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得到答案。哦，你也没得到答案，所以还是要等我们。那我是觉得这个人选要尽速的拟定了哈，因为这个侨委员会很大的工作在海外嘛哈。是。如果委员长出访或者委员长留在立法院需要副委员长代表出访的时候，我想这继任选要马上，不要一拖一两个月，所以我想这速度很重要。好，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副委员长你请坐，还是要问一下委员长，是青年搭桥的问题。这个你们有一个青年搭桥的计划，刚刚有几个委员有请教过你们，但我这边大概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七天实习时间会不会太短，就好像夏令营一样。第二个就是说，他怎么只开放美国、加拿大、澳洲？那我们现在不是要推新南向政策吗？你怎么跟新南向？这里面完全没有新南向政策的东西啊。是，跟委员报告，这有一些这个配搭的一些条件啊，哈。因为就是说，在美国、美加跟澳洲这边，因为有我们的海外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嘿，那么他们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侨委会在海外的比较很明确的据点，嘿嘿。那在像在东南亚就没有，东南亚因为他们都是合署办公，他们没有文教中心，所以第一个要有文教中心。第二个就是说，美加跟澳洲这些侨胞他们的经济能力以及他们的家庭条件会比较好一点，比如说这个美加他们有大房子啊，如果有学生来住当接待家庭，他们都很欢迎。那东南亚基本上这一块或者是其他欧洲那边，就他们房子比较小，所以他们恐怕现阶段我们怕他们暂时没办法来配合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就先从美加这个澳洲来开始做起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好，那这样好不好？那因为我们总统一直在努力的推动新南向政策，是。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应该可以把它努力推动。那我想说，今年你们先实行一年之后，那你们再去协调看看，未来在东南亚的部分能不能增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名额，哈。对，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这个跟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关联性了，哈。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侨委会任期跟会议的问题哦。我想这个案子我们一直提到，希望能够修正。那目前在这个司法委员会嘛，我也会在努力跟司法委员协调，我们尽速在本会期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修正，让我们侨委会在做后续的工作会比较方便哦。委员长，我想问一下，你们最新的这个委员到期是什么时候到期？年底，对对，年底有大概67位委员，所以年底到期，所以我们希望在六月这个会期之间，如果没有完成修法的话，你变成这些人就没办法。对，任命就会卡在那边了嘛，就他的任期可能就是三年了，对对，就会造成原来的状况哦，那被我们原来的希望的目标就不能达到嘛，没错，没错。好，没错，那你们今年都要办全球侨委员会会议嘛，对不对？是是。好，那我现在问一下你们的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OK 吗？这跟委员报告，就是全球侨务会议哦，大概平均大概9到10年开一次了，对对对，大概就是因为从这是个重要的会议啊，那现在筹备状况有没有问题？
现在目前都已经很顺利了，很顺利吗？啊，我们的承办单位是哪个单位承办的？承办单位是各个单位都有，因为这是全会的工作，所以是侨民处还是侨交处还是侨商？基本上是由中规处来中规处来负责就對，那主秘来当总干事来总和督导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哦，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你们这个侨委会刘彪啊？这个是我刚问你说没问题，我说我才要问你下一个啊，刘彪怎么办？对，这跟委员报告。刘彪要住委员长你家吗？不是，这个很正常哈，因为很正常，为什么？因为采购法哈，大概有时候我们上网上去哈，那厂商来的不够多，不到三家，我们就必须要刘彪嘿嘿，然后我们再第二次上网。那等待期八天之后，那如果说只有一家或两家，我们就一样可以来评选。好，所以他采购法有一个游戏规则是这样子。所以我这看你是3月13号第二次招标嘛，对不对？对，没错嘛，是不是？对，截标，第二次截标，截标日期是3月13号。哦，3月13号，对，3号截标嘛，对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应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哎。对，因为第二次只要有一家来，所以第一次有一家来投都对了，是不是？第一次有一家来，但是问题是照规定，第一次要三家才可以。哦，对，所以我们就是照采购法规定的。那个第一次投标一家，他们是觉得是时间来不及看到，还是嫌预算太少啊？可能不是，可能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工程还蛮大的哈，金额还蛮高的，所以换句话说，那这个采购法规定，第一次你一定要三家来才可以评选，但是因为。3月2号下午没有三家，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依法要留标。Okay, 好，然后第二次再招标。所以就消费来讲，应该中规处或者主秘这边应该认为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应该没有事，应该是 OK 嘛。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你一个这个今天出来的消息哈，是这个等下不？又看到不？来，哦，标题给你们写这样子呢。那是什么杂志啊？123的一哈，一周刊哦，一周刊。他说这个是最新的哈，嗯，他说与人妻互传暧昧简讯，侨委会高干遭人夫活逮。我这些标题下去，我看你侨委会做一年的工作抵不上这句标题啊，这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是有点耸动了。对，第一个我问一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这个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在2年多前哈，就这个我们这位诚信的同事哈，事实上那时候是外交部的同仁了哈，他是在日本大阪服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哈。那这个事情我的了解就是外交部已经有处分过了，已经有处分过了。那最后这位诚信的同仁由我们陈前委员长陈世奎委员长把他延揽到我们侨委会来服务，然后呢就在洛杉矶，然后最近把他改派到这一个西雅图去，那我的了解就是说我们这位诚信的同仁他基本上这个服务侨界的这个各方面能力是没有问题，还做得蛮好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杂志的媒体来跟我们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基本上这个不是我们任内发生的事情，而且一罪不两罚嘛，那外交部是 我就是看到你们的回应，你有没有看到外交部怎么回应的？我没看到外交部写什么，他说哈，这个外交部说这个陈先生在2015年6月被记申诫，那因为齁这个不当网络交友到本部惩处后离开本部了，意思就是说他把他踢出去了，啊，所以外交部不要的人就丢来侨委会，他的回应感觉像是这个样子啊。是，那是前任的委员长他把他延揽，前任委员长为什么特别要延揽他？是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能力特别强，还是而且他是大阪的，你知道吗？办事处的这个啊，对。他是大阪办事处的这一个外交部的同，对啊，所以他应该是日语组的吧？对，他应该是他日语很好。对啊，日语组的为什么会丢到北美去啊？所以这个过程我并不是很清楚，这前任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那这位的考绩现在怎么样？他的考绩我记得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啊？啊，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没有，他去年考绩是那针对人家这个事情，他们有没有处理完毕啊？这个就外交部的后来已经处理完毕，对，但我的意思说，外交部确实有处理完毕吗？不然为什么新闻会爆出来？但有可能是人家这个人妻的老公不高兴，所以把他爆出来的。否则如果已经处理完毕，2015年协调完毕，应该就不会有事情才对。是，所以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麻烦侨委会再了解一下背后的状况、哦、因为媒体现在报道出来，我认为对侨委会的形象不好，尤其是他这个写法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有所隐瞒。嗯，好，所以我想侨委会还是要必须了解整个状况，因为他现在在侨委会服务嘛，是了解整个状况，
另外就是说他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还是继续在联络，所以人家我又不是很清楚，这个因为对于当事人人格非常重要，所以我名字也都不讲，但是我认为就这个部分来讲，侨委会应该要了解清楚，我们再深入了解，深入了解一下，否则这样的媒体报道对于我们整个公务员整体的士气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是也会让很多国人认为说那我们这个侨委会驻外人员可能都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好，所以我就委员长拜托你一下，可能在这个部分调查了解清楚，好，那是不是有相关的惩处还是怎么样就查清楚，那也让这个第三者的家庭能够感觉到心平气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好，谢谢，我们来深入了解，谢谢委员指教，谢谢，谢谢。下一位，请徐永明委员咨询。哎，谢谢主席，有请委员长哈。委员长，请备询。徐委员好。哎，委员长你好哈。其实我今天想问的是关于这个评点配额这个制度的问题啊。是。因为我看到你第十五页哈，也讲到要持续办理评点配额机制哈，留住更多侨生人才。那侨委会网站上面也讲哈，哦，自本年这是2013年的哈七月一日起哈，实施评点配额机制，取代以往单一薪资的审核门槛，以利侨外生留台工作。好，那其实委员长，我现在想问的是关于这个平等配额哈，显然你是把它当作很重要一个政策在推嘛哈，希望很多来台湾念书的侨生，好，可以留下来哈。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哈，请看下一页哈。好，当我们把评点配额、把薪资这个门槛拿走、拿下去的时候，我们来看2011年以前哈，我们是有个薪资的下限是47000，好，其实其实应该说快48000，要两年的工作哈。2011年起，好，我们把它调成37000，好，2013年哈，就是我前面讲那个新闻稿这边哈。薪资无下限，好，啊，其实其他的部会其实是有意见哈，劳动部其实在上次研讨的时候是希望说把薪资下限再拿回来哈，侨委会这边的态度是反对的嘛，好，回到前一页哈，因为在那个跨部会这个评点配额检讨会议上面，侨委员会的立场是，你还有2500个名额哈，希望把这名额用完，不要再采取紧缩的政策哈。那劳动部的立场是为希望把薪资下限，为什么？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2014年评点配额留下来侨外生的平均薪资是33000，2014年30000。委员长，是2005年六月是变28000，直逼22000啊。好，那你来看，从2012年一直到2015年，好，评点配额留下来的侨生是增加了，从477人到1895人。可是委员长，相较于一般白领的薪资，就是他不是靠这个取消薪资上面留下来的47000，所以我一直说，侨委会这个立场要不要检讨一下？连劳动部都觉得说，我们把这个薪资下限拿走以后，到底我们是真的希望把这些优秀的侨生，而且我们希望应该从40000多这个样的薪资门槛，希望是应该是白领这个嘛，应该是技术人才。可是当你在冲这个量的时候，好，会不会变成在鼓励低薪呢？是，好，这个问题侨委会有没有检讨过？这个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我们侨委会在冲量，不是冲。就是说这些侨生留在台湾工作这个量，我把前面标题给你看，对，我们没有在冲量，还冲值，不，我们没有在冲这个量。你会不会变相鼓励低薪？现象好像是往这方面走。没有，我们冲量是在招生呐，哈，招生多招一些学生来哈，因为现在可是你讲2500个是这个评点制的2500，那个是上限了哈，上限现在也还没用完，基本上整个这个外籍。这个侨外生留在台湾工作哈，那么条件怎么样哈？基本上我们还是都配合劳动部来运作哈。基本上侨委会我们没有自己主观意见。没有啊，在上次那个检讨会上，劳动部希望把薪资
拿薪资门槛拿回来，你们是反对的、啊。没有，他那个两万八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国内哈、哦、有一些缺工的一些产业哈、哦，那这些基本上这个工人不太好找哈、哦。那么劳动部是希望拿回到三万一啊。基本上来讲，两万八是现状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四万多，到现在你到这个配额留下来，评点配额留下来是两万八，你这时候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欸，这真的是白领吗？还是变相？是另外一种，好、哦、冲量。因为这个压低薪资是跟委员报告、哦，我不希望政府的政策。我当然知道你的一开始的政策是希望把乔生留下来嘛，好的乔生又新南向，可能我们在东南亚很多乔生的朋友是可能更希望建立这样一个跟当地的联系。可是当你把薪资门槛，我的意思说，你看下一个下一页，等一下102、102-105，这是恶化，人数是增加了啦。按照你这个评点配额起来，从477人一到1895个，也快逼近你这个2500个。可是劳动部看到是说，薪资水平下降啊。当你把薪资门槛拿掉的时候，好啊，这里面有两种状况。第一种就是低薪，都一些低薪的职位出现。第二个，很多公司觉得没有薪资门槛，就把这薪资压低啊。你这样对这些侨生留下来，侨生也不公平啊。是这个，我跟委员报告，这个因为田副委员长他就代表我们侨委会去开协调会哈，我是不是请田副委员长来做一个说明好吗？可以吗？请田副哈，田副来说明一下。好，徐委员，因为我在场哈，那个31520是这样子，劳动部希望31520变成一个必要条件。对啊，就说你一毕业，你一毕业没有拿到31520，不论你其他条件的分数多高，你都不能留在台湾。现在问题在这里，那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小孩，很多人一毕业也拿不到31520，那就会变成我们很不容易招生来。也习惯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也训练出来的孩子一毕业立刻大部分90%都要离开，除非你拿到31520以上的薪水哦。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这个我们那时候是请劳动部再好好的想一下，我们原来的是你是这个你不是必要条件。副院长，你看下一页哈，其实你们的这个所谓评点是有好多个哈，薪资只是其中一个。对，现在他要把他还有工作经验、他国语文能力、华语语文能力，好，加起来70分就符合你那个评点嘛，对不对？所以，薛委员，我刚刚已经报告了，就是说他劳动部想要把它改成，如果你的薪水没有到31520，你其他的分数是没有用的，你这一关没有过，你其他的分数等于就变成不是、啊。就你就不能留下来啊？实况是劳动部当时想改的。实况是这些人留下台湾拿28000，啊，我们一直觉得22K 不好。你从4万7，如果一般白领可以拿，他们是不靠这个留下来47000，那你到28000，这个差距太大，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政府的政策反而在塑造这个低薪呐、啊，而且还是在我们侨生身上。徐委员，就是说，所以他们做的。很多是所谓缺工产业，所谓缺工产业就是在台湾、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不做的工作。我知道，所以委员长跟副院长，我的意思说，我们当时这个政策不是想要解决缺工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三家是，我不是要解决。我想从侨委会立场是希望鼓励优秀的侨生留下来，没有错。而且甚至他们在台湾可以找到不错的白领的机会，在这边然后建立我们跟当地国过去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嘛。可是你现在。老实说，我真的不想用那个字啊！啊，这个跟聘请外劳差距有多大？所以，徐委员，我们的我真的不喜欢用这个侨生。对不起，徐委员，如果我们的侨生一毕业，你没有机会让他留下来，他怎么会变成是职品质需要，就变成是更高薪水？他从28000开始，他才有机会变成31000。鸡生蛋的问题嘛，对不对？你现在给他低薪，然后你又量又增加。你又把这个门槛拿掉，对不对？那、你觉得其他公司他会真的高薪的工作会给他吗？就算他有这个能力，就算他拿到什么硕士学历，积分蛮高，你很可能也让他失去这个可能取到高薪的工作。我的意思说，政府我相信你们出发都是良善的，我想政府也不是，可是我们很担心哦。以前马政府的教训还不够吗？22K 那时候不是要救这些大学生失业吗？结果造成是什么状况？我现在很担心，
你们这个评点制度拿掉薪资门槛之后，不是同样的后果？薪资门槛还在，只是那不是必要条件。不是说你没有35520，你其他的分数都变成零，都没有用，变成 useless， 你就必须离开台湾。对啊，我相信乔委会是，我们当时跟劳动部沟通的是这一点。赵伟站起来，我只是讲一句话，好，这个制度真的要好好看。我真的不希望我下次质询的时候已经低于25000了。那我真的想请问乔委会，这是怎样的政策？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我们会注意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叶宜津，叶宜津委员不在，黄昭顺，黄昭顺，黄昭顺不在，请钟嘉宾委员。主席，在堂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记者媒体女士先生，会场工作同仁，大家午安。那有请委员长。委员长，请备询。哎，钟委员好，委员长好，我马上接续的徐委员的问题哈，来，我看这个图哈，我们侨委会啊，我们对于侨生来台求学，他是人才，我这个图我也拿去问教育部，人才有可能完成学业之后，他是为本国企业所用，在台湾被台湾所用，也有可能回到他的母国为他国所用，也有可能回到他的国家之后为他国的台资企业所用，对不对？对。所以侨委会的重点，刚刚徐委员的重点说，侨生来台留学应该是在后面两个部分，就是他回国为他的母国企业所用，或回国为我们台资企业所用，你同不同意这个重点？刚刚徐委员就是这个重点。是，我当然同意。好，同意好了，那我告诉你，底下这个表格呢，是我访问台商的，他说如果他们台商呢，他们认为如果来台的学生是念高职的，那大概啊，他是留在台湾哈，来在台湾做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台商他有的干部啊，他来台湾念完高职回去，他还不见得好用，他至少要有5年的学习，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但是呢，如果说他在高职大概来的境外生来到台湾高职的，大概也只能通华语啦。但是如果是到技专的呢，海外的台商他就回去就可以用。但是如果你让他念到了科大四技以上，可能这个学生他就会有一个英语的能力。台商还告诉你说哦，有英语不会点较好呢，因为阮这头家吼，阮咧讲台语尔啦。你要是让他英语很强哦，他你要不就给他加薪，要不他就跳槽给英商、日商去了。但是如果你训练出来的是很高阶的人才，那这个人才来到台湾受训后，回到他的母国，可能为他母国更高的职业所训练。所以要想清楚，我们的侨生，我们希望他回国之后，他是哪个阶层，是为谁所用？你仔细看下去哈。目前我们的3+4的海青班哦是这样子。我昨天刚好实际去某个学校，去其中一个学校看，真的效果很好。这些在台湾念书的侨生，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品质，他们所得到的成就感，尤其有一对马来西亚的那个双胞胎兄弟啊，他们才念了一年哦，回去啊，他做所有的点心帮他老祖母庆生。哇，我看到校长跟那个孩子，我真的就很肯定。但是问题来了，我昨天陪同我一起去的有一个越南的台商的一个总会长，他去那边介绍他的企业，结果呢，一问之下，现场全部的都是侨生，没有类科是他要的。他要什么类科？我给你看。我上次也咨询过了，那就很奇怪啊。我们台湾招侨生，在3+4三年的高职部分这些科目，到了他要去升科大，这个科大训练同样的科目，回到他的母国，台商说对不起，我被矮了。问题在这里，他要的什么？汽车修复、物流管理、土木工程、织网、网管、工业工程、机电整合。但是为什么我们海青班没有开这个高职类科，让他可以在台湾衔接四年四技，然后可以回去为台商所用呢？要请你思考一下。好，接下来我再请你看一个图。这个图为什么我说台湾的高职对这些侨生很重要？我以越南为例，越南的学制啊，前面12年国民教育没有技职的成分在内，到了18岁毕业之后才进入什么有高专跟中专技术学习，大学是学管理。好。可是，在台湾呢，我们国中3年毕业之后，15岁就开始，你有选择，可以念高中，可以念高职，可以念五专，未来可以二技，可以四技，可以念大学，可以念研究所。台湾今天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同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因为我们的技职教育。所以海青班锁定台湾的技职教育，帮侨生回来是对的。但是科别你要慎选，请看下一张。所以我们说，你要去思考一下，他来台湾念之后，他念的类科是不是回国有这样的情况？那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海青班？为什么你们现在开到现在哦？你们这五个学校的类科是这些？
因为台湾的技职教育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台湾的技职啊，在高职阶段呢，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越来越少家留下来，留下来的他寻求资本门槛低、技术含量低、换桌率快。那餐饮这个东西呢，我以餐饮为例，或美容美发为例，台湾的孩子你技职的为什么喜欢这些科系？因为呢，这些科系容易看到自我实现，你做个烘焙，你做个发型，他的技术学熟成的时间短，很快的看到成果，个人的投入、劳动投入跟他产出很明确，台湾的孩子有兴趣，但是后端的产业没有需要那么多。我们需要多少个五保村，多少个孩子可以变成五保村？所以现在产生了台湾在技职的部分、高职的部分就已经过剩了，教育部现在科大的部分就不准他再有这些科别了。那请问一下，你海清的三加四还是正高职这些科别，你后面的四年要怎么跟科大衔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再给你看一张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说我们技职的产学合作，不是指他在台湾他的学校的建教合作的高职端跟谁合作，而是要看他返国就业后是有哪些行业会雇用。所以国际的产学合作应该考虑这些侨生来源国，就是对手国的产业需求。我再举一个例子，很快的给你看一个情况。台湾的人口2300万，我们目前15到20岁的受教育人口大概300万，1/8。越南呢9400万人口，他的这个年龄层比较年轻，有将近1/5。可是呢，看起来越南的教育市场很庞大，但你知道吗？什么情况呢？我给你看，台湾目前受的高等教育的已经占一半了，越南的高等教育呢只占不到1/10。所以越南看起来好像这个高等教育很有机会、很有潜力，可以来台湾念大学。但你看越南的大学的教授啊，他只有不到6/5是有硕博士学历的。台湾刚好相反，人数虽然较少，我们的硕博士多得多。结果是什么？你看一下这个图，结果是我们的高教素质教材失之饱和。好，来我们看下一张。2015年6月，在越有20万失业人口，有20万是硕博士，这是越南哦，这是越南哦，这不是台湾哦。越南有1700万15到20岁人口，也只有1%的人可以念大学，竟然大学的毕业的失业生有高达20万。你想越南还需要来念大学吗？我告诉你，越南为什么你不念大学？越南高教的就学率偏低，是因为多数的家庭他的所得低，无法负担起大学的学费。他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不需要那么多高阶白领的职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且他品质呢，他的高教机构硕博士少，品质不佳，所以越南的学生第一念不起，第二不需要念，第三念的也不够好。那结论，那台湾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国家？以越南为例，怎么样把他们的孩子拉来台湾呢？不是拉来台湾念大学，是拉来台湾念技职。但是念的技职呢，要锁定他们需求的科系。我再讲一个例子，你马上就会懂。你们侨教很重要，马来西亚有1/4的华人，300多万，马来西亚的独中61所。他们告诉我，留台校友总会的联合总会长说，他们华校找不到老师。你们的报告当中，你们说要请台湾的流浪教师或者去短期志工，没有用，因为他们的薪资水平太低，折合台币不到2万块。台湾的流浪教师难道是因为拿不到2万块的薪水不去当老师吗？不是嘛。所以华中出2万块，找不到马来西亚台湾的老师去当面当老师。最好的方式还是华中毕业的学生来台湾接受师培，然后呢完成了之后回去当老师，这才是本物。所以我这边就只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这个方式是对的，侨委会要不要为了推动华教，提供马来西亚为例，华校华中的学生来台湾念师培提供奖学金？因为教育部没有义务帮华中训练师资，但是侨委会推动华教，你可以提供奖学金让他来台湾念师培。马来西亚的学生哦，为什么也不来台湾不念师培？因为对不起，他想留下来工作，来留在台湾没有老师找到工作，他就不会念师培了。但是如果回去认那个就业呢，他是有老师的工作等他的。结论这两点您看一下，你觉得可不可以提供？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好，谢谢委员这个非常精辟的一个分析。好，这个第一就是说，海清班跟三加四这个技职培训班，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哈。三加四是来读高职，然后升科大。啊、对，我混淆了，海清是技术短期的，对不起，三加四了，我讲三加四。第二个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现在参加三加四的学校哈，我在上任之前我注意到只有5个高职，那我上任之后已经增加到15所了。
可能明年参加的高职更多，类科很重要，类科又增加了。像刚刚委员你简报提到了，像电子科啦、资讯科啦、汽车科、电子商务科，现在这15所学校都有了，都提供了，就等于说扩大学生的选择了哈。所以这点我想委员可以放心。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一个我的了解就是说，其实侨社的老师他们的一个生涯规划跟他们的需求其实蛮复杂的了哈。那我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台湾已经有一两所大学在马来西亚开这个师范的师资班已经有了，但是好像招生还不是那么顺利啊，不是那么顺利，等于说他有的就不愿意读，你知道吗？所以当然委员的建议很好，就是说，那我们侨委会是不是来鼓励他们回台湾，我们给他培训，对不对？那或者提供奖学金给他。那这个东西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我的了解，就是说也未必见得他们想来台湾读书，也不见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尽量的哈，我想我们就是说，我们鼓励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去当志工，是志工的概念 ，volunteer 的概念去。我们现在连替代役一起缩短之后，那边的台湾学校都没有办法有替代役的教育，替代役的啦。所以我要告诉委员长，其实刚刚徐永明委员，我们的意思都一样。是侨教的目的，如果是在地在该国华语教育 ，OK。当地的侨生来到台湾当侨生，升学之后留下来就业不 OK。除非他符合我们高阶专有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是。所以呢，侨委会一定要想清楚，你们继续引导当地的侨生来，不是挽救台湾这些应该关门的技职专校，不是挽救这些私立的大学，而是要帮助这些侨生运用台湾的教育资源，可以回去他的母国，创造他的人生。你同不同意？同意。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指教，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陈欧珀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黄伟哲不在，廖国栋不在，郑运鹏不在，郑天才不在，赖世宝不在，卢修燕不在，徐真卫不在，孔文吉不在，张立善不在。陈赖素美不在，钟孔照不在，何新纯不在，蒋乃馨不在，简东敏不在，王惠美不在，周成秀霞不在，请邱志伟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有请吴委员长。委员长，请备询。邱委员好。委员长好，委员长你尽心扣了哈，因为你服务的辖区遍及五大洲啊，包括侨生，包括侨商，包括台商，都是侨委会服务的对象哈。真的是，我觉得政府应该是以服务为导向，啊，服务人民。服务社团，服务所有的台湾人哈，所以这部分我想，侨委会真的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哈。是，所以我个人认为，侨委会的功能、人力、预算都有必要有适度的强化啊，因为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整个政府的定位里面，在牵涉到国际事务方面，它的敏感性当然比外交部门会来的比较不会那么的敏感。所以代表说你在做这个涉外工作或在国际这个活动的空间，啊，我觉得会更有弹性，哦，是。所以，以教会这类五省人力我也刚刚不久了，哦，我在总执行会再跟林权院长建议，哦，是教会它的功能要更强化，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人力在这个年度的预算都要应该要给予教会最有力的支持，哦，谢谢委员。当然侨委会做一个大桥梁大平台好了哈，第一个就是结合侨商，第二个结合台这个服务台商，第三个就是侨生的这个能力了哈。过去五十年在台湾的这个回台湾接受大学教育的这个侨生人数大概有多少？这个过去毕业的这个留台校友大概有12万人。12万，它当然是这个台湾之友了哈，对台湾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力资源了哈。是是，所以不仅这个很多台这个国内的企业家
优秀的企业家都是侨生，好、哦，他不仅在对台湾的经济有很卓越的贡献，他如果回到这个侨居地，哦，他当然也会成为这个当地的这个意见领袖或者是产业界的领导者，哦，所以这部分我们怎么样结合这个侨生的这个人力资源，好、哦，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啊，因为他们来台湾接受训练，接受这个教育，不管是你技职专班也好，或者一般的正规教育也好，我想他们一定会怀念台湾，也一定会为台湾这个做更多的宣传，做更多的这个协助了哈。所以这部分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计划，在未来怎么样强化跟这个侨生的连结，或者运用侨生帮我们这个执行协助新南向政策的推广？是，谢谢委员的指教哈。我想我们跟留台校友哈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哈。那么我们有组织了，就是全世界留台校友联总啊，然后在各州、各国哈，大概也有留台校友的协会啊，大概总共加起来有110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已经建制完成哈。那前一阵子两个月前，那么总统府甚至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留台校友的这个对于未来我们新南向政策的一种连结贡献等等，特别还召集一个部会去开会，最后责成侨委会哈，要进一步的把这些留台校友把它再结合起来。哦，那现在我们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你们扮演重要的这个人力资源的平台哈。是，我想这部分希望说各单位的主管啊，能够充分运用到这个侨生这个这么重要的资源，是啊，帮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声之外，拓展台湾的这个在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哈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能见度。另外，这个对台商的协助很重要哈。是，世界各州都有台商会，那有世界台商会，当然世界各州里面的各国也都有台商会，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台商会的组织，所以我们应该主动去协助他们，关心他们。所以当地驻在国的我们驻处的侨务秘书这个人选非常重要，是，你要精挑细选，骁勇善战，又有经贸的这个专业，又有语文的这个专业，又有服务的热忱，又有积极的作为，最重要，他有一个要有一个亲侨爱侨的这个理念，是，好，如果亲民爱民，他要亲侨爱侨，不能以为我是当官的，去那边这个作威作福，这不行的，你一定要就非常 humble 的去做这个当地的服务，只要台上有任何需求，你就马上把它做成相关的这个报告。看到国内来，相关部会怎么样的协助哈，所以台商你要让他觉得政府关心他，大部分的台商都是这个心向台湾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国外打拼经济、打拼事业，但他们心都向台湾的，所以我每次去参加这个台商会的活动，我都觉得很感动啊。大家这个好像在海外看到自己好像这个自己同胞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也非常肯定这个委员长亲力亲为都到这个是五大洲的台商会，甚至各国的台商会，你都深入去跟这个台商会的这个干部或者成员去做沟通我觉得他们对你的评价也非常的高哈。我想就是要你这种服务的精神带动这个侨委会整体的这个工作的战力，真的是要以服务为导向，亲侨爱侨，是，我想我们会记得委员的勉励。我要提醒您，就是说你在选任这个驻外的侨务秘书的时候，你一定要再三斟酌是是是，你要再三这个去考验他各方面的能力。我刚刚说的语言一定没有，一定要有嘛。是，你如果连语言都不通，你去那边干嘛呢？那你这个一定要经贸专业，因为未来就是以招商为主嘛，不管是这个侨商或者台商的服务，你一定要经贸知识嘛，最重要你这有服务的热忱，不能以为这个侨委会去我就是官员，你就是要跟他变成这个好朋友工作伙伴，说我来这边我是要为大家服务的，对，所以这部分我想希望说这个委员长能够在内部的这个工作同仁，能够一再强调灌输这种观念是要亲侨爱侨，是，我们会把委员的高见我们会转给我们驻外同仁，要请他们来配合。这不是我的高见，这是应该要这样做。的确是这样，这应该这样做，要发挥一些服务热忱。那另外这个
侨教的这个部分哈，目前侨教，你觉得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州会比较需要再加强？你说侨教是吧？侨教，我想我们现在坦白讲，就是刚刚我们说有120,000，或者需求强度比较高，需求强度比还是东南亚，东南亚，东南亚还是比较高，所以你的资源就应该做适度的分配。是，好，那东南亚它有侨教的这个需求，我们应该多一点资源。是，那东南亚哪些国家呢？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这一个像传统的就是马来西亚，一直是我们这个留台学生的大宗哈，最多的，像12万留台校友，就有60,000是马来西亚的学生哈。那另外新兴的国家，像越南、像缅甸哈，还有像菲律宾，这三个国家可能以后都是我们要强化的地方啊，因为这些以后可能都有学生，都有生源会来。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是重要，但是这些国家当中有更加重要的。有特别重要的，哦，所以这针对特别重要的目标国，我要提出更完整的这个战略，或者可以执行的政策，投入更多的人力跟预算。好，好，我们来规划。好，谢谢委员。好，谢谢。下一位，请严宽恒。严宽恒，严宽委员不在。马文金委员不在。蔡依宇不在。吴志扬不在。好，我们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以外，都发言完毕，报告跟询答结束。本次会议由委员许玉仁、马文君等提出书面质询，我们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要求资料补充的部分，都请相关单位以书面2周内提供。本日会议到此散会。